弟兄姊妹，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哋导赏嘅呢系中华诸圣同真福嘅庆日。咁我哋首先呢以《集土经》开始啦，喺第69页。咁我哋先读嘅呢系香港教区适用嘅，系已经2001年啦。我哋都用开噶啦，咁然后呢，我哋再用啦《罗马尼撒经书》所提供嘅，咁我哋先读嘅香港适用噶啦，求天主啦，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对每个民族的计划总是神妙莫测，你在基督身上。向我们揭示了苦难的奥秘，化死亡的阴影为生命的曙光。求你借历代中华殉道者所流的血，使福音广传于这片土地，并使中华同胞早日得享作你子女的自由。因你的圣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当我们用这个集土经，特别是2001年开始，我们坐在我们的圣堂，我们的圣堂呢，你怎样描写呢？是中国的土地啊。这个中国的土地呢经历过很多风波的，而殉道者的见证呢正好反映出这些的风波。所以呢我们祈祷的时候仰望十字架的，因为基督的苦难的确在我们的土地上呢不断的重演的，但是基督的苦难带来的呢是生命的曙光。正如早期啊，一位出名的教会作家大道良怎么说，殉道者的血是新教友的种子，所以就求天主啦，藉着中华殉道者所流的血，使福音广传，使同胞蒙受福音的光照，而真是面对今日的处境，我们继续求天主给我们有一份自由，成为他的仔女，又或者说得享你仔女的自由，获得由罪恶之中的释放，即是两边都有得解的。这种的祈祷是此时此地很具体的，即是包括了我们的遭遇的，包括了我们的切身的，我们在其中的，我们其中的，我们好像是殉道者的后代这样去祈祷的。我们一起祈祷吧。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对每个民族的计划总是神妙莫测，你在基督身上向我们揭示了苦难的奥秘，化死亡的阴影为生命的曙光。求你借历代中华殉道者所流的血，使福音广传于这片土地，并使中华同胞早日得享作你子女的自由。因你的圣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我们真的诚心所愿，阿们。天主给我们这份自由，给我们参与基督的苦难，也获得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的曙光。曙光。那这个呢是我们将自己摆入这个集土经里面，这个是香港嘛，
但亦都好難抗香港，因為今日香港人咧心情好複雜噶。點樣認同咧？係嘛，都係個困難嚟噶。點樣認同？咁呢個即係個身份嘅危機嚟噶，係難噶，明噶。好啦，咁我哋都睇睇啦。2002年啊，咁《羅馬尼撒經書》咧，7月9日咧，就係一個自由紀念嚟嘅。係啊，係聖趙榮斯度同伴嘅信徒。咁你記得喎？呢個咧係《羅馬尼撒經書》。嗯，喺邊度念噶？自由選用啊！咁即係點啊？好似西班牙咯，即係無論喺邊度都可以念，都可以慶祝呢一個自由紀念。你可以唔係中國人，係啊，你可以法國、溝意大利、溝中國、溝日本總，係啊，任何一份子都可以念啊。總之係教會嘅成員啊，仲係自由嘅，係，係嘛？好啦，咁我哋一齊用呢個祈禱，你可以話咪普世教會嘅祈禱咯。可以咁講，我哋一齊祈禱。天主，你上次的安排，借聖召榮和同伴的殉道見證，堅強你的教會。求你恩賜你的子民，終於托付給他們的復傳使命，並賜給他們真正的自由，在世人前為真理作見證。因你的圣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门。靓噶，都好噶，好好噶呢个土文，放诸四海皆准。点啊？藉住赵荣同伴嘅殉道。一個見證，因為殉道嘅字就等於見證，同一個字，同一個字眼嚟嘅。堅強你嘅教會，嗱，你用喺咁大件又得嘅喎。係啊，韓國係啊，殉道者。你用喺烏干達嘅殉道者又得。係啊。你用喺日本嘅殉道者又得。就算你話天主你上次嘅安排，即聖保祿、聖伯多祿嘅殉道見證。堅強你的教會，求你恩賜你的子民，終於托付給他們的復傳使命，賜他們真正的自由，在世人前為真理作見證，都可以的。那個我在哪裡呢？即是翟鳳玲在哪裡呢？你說是啊，我加入天主的子民行列咯，這樣可以的，沒問題，沒問題。任何的國籍的殉道者都跟我有關，那你可以這樣了解。但如果你爸爸是殉道者呢？是啊，那你就不同想了。如果我對這個土地這個群體有一個切身感受的時候呢，就會深入很多了。即如果我認同這個苦難，是切身的，我現在又要面對啊另一種的苦難，這樣就很不同了。即默示錄的問題，今天你在反省的時候呢，你說什麼話？中國版的默示錄，中國版的默示錄，香港版的默示錄，是今天香港版的默示錄，今天香港版的，是啊，都可以的，今天大陸版的默示錄，係嘛？歷史重現都得，咁就好唔同嘅。咁你再一次要羅馬尼撒經書嘅祈禱，都求天主啦。天主，你上次的安排，藉聖召榮和同伴的殉道見證，堅強你的教會，求你恩賜你的子民。終於托付給他們的復傳使命，並賜給他們真正的自由，在世人前為真理作見證。
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和。阿们。诚心所愿，好矛盾的一个庆日啊！我哋翻到第二页啦 ，PDF 嘅第二页。嗱，普世教会呢系一个任选噶，即系你喺香港可以唔使选噶，喺大陆可以唔使选噶，新加坡唔使选，台湾唔使选，日本唔使选。罗马不会选，因为不切身了，又或者我不想选，你要我都不想的，都可以的，因为为什么？这个牵涉到呢，你那个认同感，你不是不认同啊，教会的一份子，而你感觉到呢一种的拒绝。咁话咁讲远啦，睇翻啦。咁隔篱有封信嘅，咁我哋都系通知啲香港嘅堂区啦。系啦。咁第一普世教会系咩嚟噶？自由纪念日。自由纪念日。咁今年系遇到主日。咁遇到主日咪冇得选？可以不就咁不庆祝咯？不庆祝咯？今年不庆祝圣赵荣斯铎及同伴殉道自由纪念。系咁即冇咗，冇咗，因为冇咗，你平日都系自由选，系啊，主日你就冇选，咁啊即冇咗咯，系啦。好啦，咁台湾点做啊？台湾咧就每一年咧都将已经系将佢喺升格为节日，称为圣赵荣斯铎及尊华殉道诸圣节，而且系每年都均会移到主日庆祝。咁你即咧有两个可能性噶。如果按这个罗马礼的礼仪日历的一些 指引呢，那你当它全国主保，全国主保都已经可以放在常年期的主日了。是啊，等于堂区主保了。又或者呢，可以这样安排，你可以主教的一个怎么说啊，牧灵考虑，牧灵考虑将它放在任何的一个常年期的主日，特别的一个敬礼都可以的。常年期的主日可以啊。是常年期的主日嘛。那香港怎么办？是的，那香港呢就是一直将尊华诸圣释提有自由纪念提升为庆日，那就称为尊华诸圣及真福庆日。即是说呢，有自由的纪念呢，不单止是一个必行的纪念，而且还是一个庆日，庆日来的，就会念光荣颂，念光荣颂的。那遇到主日怎么样？就会按主教的指示，可以在主日庆祝，可以选庆祝开尊华诸圣及真福的弥撒，或者开回上年期主日的弥撒。咁嗱，呢個選擇係容許呢，你參加者本身可以按主教嘅指示，因為你感同身受，咁你咪用中華主聖主聖咯。又或者你覺得呢啲事同我距離好遠啊，我根本都好尷尬啊！即係我會括住嘅，你叫我做中國人，我會括住咁。咁我咪覺得越遠離越好，越遠離越好咁啊？點啊？咁咪上年期開翻上年期十四主日咯。又或者根本全部都係菲律賓人或者外國人嘅離沙，咁你即係佢哋對嗰、那個。中華諸聖啊的感覺不強啊，那就開回平日離撒，開回主日，主開回主日離撒，上年紀十四主日離撒。但又不是啊，都曾經有些堂區要求我們有英文的
中华诸圣的单章，无论读经啊、土文啊，俾佢哋，因为佢哋觉得咧，我活喺呢个土地、哦，呢、这个土地系被呢啲圣者、呢啲殉道者嘅血所灌溉。现在我哋就系佢哋倾流热血结出嘅一个果实、哦，所以佢哋都要求呢去一直都有中英文版噶。啊！中華諸聖嘅呢個嘅彌撒嘅噃，嗱，我知道我一口氣講咗幾多個可能性啦，四五個噶啦，仲有啲地方係被逼唔可以舉行嘅喎，係唔準舉行噶，講都唔準講噶，聖像都要拆翻落嚟噶。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想想，今天的慶日是否很矛盾呢？很視乎呢你對自己、對這個土地、對這些人民那種的感覺的，其實很難說的。你說自己人，人哋未必當你係自己人噶，咁呢個都會有嘅。或者你唔覺得自己人，但係佢覺得你係自己人又得噶噃。咁你話會唔會一種呢、這個節日即係好有感，即係好有一種監人乃後啊嘅感覺啊，或者被逼監人乃後嘅感覺啊，係咪好矛盾呢？所以各位，我想表達出呢種尷尬啊！咁呢種尷尬喺邊度出現啊？咁而家我哋道上啊嘛，唔喺呢度咯。咁你會話台灣會唔會有種尷尬？一樣有啊，一樣有噶。譬如台灣而家咪叫中國主教團噶喎，係叫咩話？台灣地區主教團。啊，台灣地區嘅主教團。咁我哋都難啦，所以但悲不見九州同。咁所以今日咧，家祭無忘告乃翁，係嘛？咁即係求天主啦，求天主啦。好啦，而家講講咯喎。咁我哋話中華諸聖啦，啊，我哋咧揾到張好靚噶，我哋都時時都會用噶。呢、這個羅河北所畫嘅，所畫嘅中華諸聖圖啦。咁當然啦，我即會解釋嘅，而家都可以講，即係基督即係揸住十字架嘅苦難。嗯，但係佢而家揸住中女子㗎，係啊，勝利嘅，勝利嘅，係啊，經過苦難，而且呢幅畫個獲得生命，好有天國感覺，好有東天國嘅，係啊，感覺㗎，天上人間㗎，天上人間啊，就係嗰啲中國畫嘅味道啦。係啊，好啦，咁阿欣咧就揾咗好多嘢嘅，咁首先咧喺教區禮儀委員會啦，2000年嘅時候啦，因為呢、這個梵蒂岡拆封呢個120位殉道聖人啊，中國嘅聖者啦，咁嘅時候咧做嘅啊，唔係你做，不過係邊個做啊？總之禮委會做噶啦。係啊，已經放咗喺我哋嘅網頁度，好好長時間。即係就將咧。呢一啲聖者啦，佢哋嘅殉道嘅年代啊，加埋啊地點啊，咁同埋咧，佢哋咩國籍啊，啊喺邊度殉道啊，咁都有睇到噶啦。咁嗱，大家自己睇咯喎。咁跟住咧，去到呢一個第十頁啦。係啦。咁咧就補充咗啲啦。係啦，係啦，係啦。大家見到咧，喺嗱民國年間廣東西藏嘅幾位啊聖人之後咧，有中華四位真福喎，當時都喺宣誓名單入邊嘅。咁樣有真福和德里斯铎啦、梅姆雅斯铎啦、真福雅松大修女啦，同埋真福福若室神父嚇。咁大家要知道喎，佢係喺旁邊啊右手邊格仔之外咧，
二千年之後，在2003年咧就被宣為聖人嘅，係而家係聖福藥室神父，而且佢嚟過香港噶嘛，係鹽田仔啊嘛，係啦，好。咁作為倫炳明神父，係啦，喺右誒左手邊嗰度啊，就格仔以外嘅喺。雷永明神父咧，佢係生於意大利啦。1931年嚟到中國上海，1976年喺香港過世嘅。咁佢係2012年被宣為真福嘅。佢譯中文聖經啊，記唔記得啊？司古版係啦。咁然之後下低另一位周文莫神父係真福嚇。咁佢咧係中國人嚟噶，係生於中國江蘇。1794年去韓國傳教。1801年在韓國殉道，咁佢係2014年咧被同呢總共124位韓國嘅殉道者咧被宣為真福，咁樣所以咧，因為佢係中國人啊嘛，中國血統啊嘛，所以咧其實咧佢今日咧我哋講話中華殉諸聖及真福咧，其實都包埋。可以包埋佢噶，而且仲有一個傳教士，即係韓國嘅教會係由北京傳過去嘅。咁而第一位你話傳教嘅神父喺嗰度咧，就係周文莫神父啦。可以咁講噶喎嚇，因為咧當時傳咗去韓國，佢哋自己喺度傳啦。但係發現咧啊，可能咧啊。未必咧咁理想，甚至有啲混淆啦，教理想。於是就要去到北京啦，請派嚟一個傳教神父協助佢哋，就派咗周文莫嘅。好啦，仲有一位咧，嗰位道仲賢神父啊，係啦，嚇，佢都係個殉道者嚟嘅，不過佢冇包括喺咧呢一個嘅120位嘅啊。當時係被宣聖嘅聖人嘅行列，佢係個真福嚟㗎。係啦，好啦，咁仲有兩位咧，係華僑。佢冇喺中國嘅土地上生活過㗎。不過佢爸爸媽媽咧，係嘛？嗱，譬如呢位啦，鄭安道修身嚟嘅咋嚇？係啦，佢長期出身，爸爸係中國人，媽媽係日本人，咁佢係喺長期殉道嘅日本殉道者之一嚟嘅。聖人嚟㗎。係啊，係聖鄭安道啊。啊，仲有一位啊，中國總嘅。係啊，聖李諾倫啊，係平信徒嚇。佢係生於菲律賓，爸爸係中國人，媽媽係菲律賓人，咁亦都係。在日本殉道啊，1637年。菲律賓殉道係嘛？日本殉道。日本殉道係啦。啊，咁都會有啦。聖李諾倫冇錯。咁大家亦都可以再睇啦。其實呢個 list 咧係可以不斷嘅去調整啊。不斷咧去不同嘅組合。咁所以咧，禮委會咧都繼續咧有啲組合噶。譬如咧喺邊度國籍啊咁一大堆啦，你自己睇啦。係2000年嘅時候做嘅。係啊，咁啊去到15頁啦，都啊有呢啲統計。統計啦。係啊，呢一段你放咗落嗰本書仔度噶嘛？嗰本禮儀書入邊噶。係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係啦。好啦，咁去到咧第16頁咯喎。鹽與光嘅網站啊。係啦。係啦。佢哋都做咗一啲。搜集的功夫，咪佢哋話今日應該係有125位點啊？中華聖人啊！中國嘅聖者㗎。係啦，你留意佢講第一位咧，係1622年宣聖嘅聖方濟沙密略啊，佢病逝上川島啊嘛，咁係同呢一個耶穌會聖依納爵一齊做聖人㗎嘛，係啊，咁所以咧，1622年，所以咧，聖人嚟嘅喎，佢都覺得咧，係啊。咁呢個都係噶，唔係一定係要國籍啊嘛。咁佢中國土地上嘅傳福音噶嘛，雖然冇入到去即係內地啊，但係佢已經喺門口上傳到嘅。係啊，好啦，咁1995年嘅聖董文學啦，係啦，2000年之前已經宣聖噶啦，係啦。咁然之後17頁咧就開始數過120位2000年宣聖噶啦。咁呢啲就繼續大家睇啦。咁我哋可以睇埋咧，先係啦。咁就喺20頁
嗰度咧亦都係同樣啦，數翻2003年宣聖嘅聖福藥室啦，跟住有兩個未踏足過中華土地嘅華裔聖人啦，鄭安道、李洛倫啦，剛才都講過啦。好啦，21頁係啦，佢話有7位中華真福喎。嗱，你留意咧，佢先數聖約啊，唔係聖約望孟高維諾啊，蒙迪加維都係啊，係中國天主教歷史上高第一位傳教士同埋主教嚇。係啦，咁樣咧就北京係被任命為韓伯里總主教同埋遠東宗主教嚇。咁樣佢係1328年喺大都，即係元朝首都北，即係北京啦，今日北京。我哋去過去睇佢個後門橋嘛。係。係啦，咁樣咧，方濟會一直視孟高維諾係真福，但係未被教廷正式拆封。點解啊？因為1634年之前，聖人同埋真福咧都無需由教廷拆封嘅喎。啊，咁即係好難講㗎，即係喺佢哋嘅團體裏邊，係嘛？即係等於咧，我哋話阿恩保德，恩保德嚇，我哋嗰日同阿邊個佢個會長講，不如咧我哋申請啦，佢列入聖品啊咁。咁於是佢就話喺以往咧就一定會㗎啦，喺我心目中佢都係㗎啦。不過咧，佢自己都唔想即係搞呢啲咁嘅呢啲咁。佢冇興趣。佢冇興趣㗎，咁搞呢啲。嚇！即係佢係朝向聖聖嘅，同基督一齊。佢真係心想做聖人㗎。咩叫聖人啊？完全地屬於天主嘅人，係天主嘅人。聖聖係佢嘅目標，真嘅。但係佢唔想有呢啲虛榮。佢唔想有呢啲嘅。勞民傷財的程序，他只願意在天主的懷中，這樣都可以的。所以呢，有人說孟高維諾，這個可以說，就是中國的第一個，中國的第一位啊，主教，是啊，宗主教，遠東宗主教啊，是啊，是啊。好了，那和德里啦，和德里啊，其實就1755年已經宣為真福的了，是啊，是啊，那即會有的，因為他都不是宣道者，他跟孟高維諾傳教3年，是啊，跟孟高維諾一起來中國，那他不是一個宣道者，是真福，真福，1月14日嘛，那你會說，因為是1993年宣福的，即是現在22頁啦。係啊，咁樣咧，道仲賢師铎嚇，瑞士的一位會士，佢喺去西藏傳教嘅喎，1949年殉道噶。咁只不過是93年已經被宣為真福，咁樣咧同樣。點解2000年揾埋佢咧？係咧，可能佢修會冇加入大隊咯。係啦。是咁啱嘅咋？咁啱冇加入大隊咯。咁啱嘅咋？係啊。因為正咧，根本申請嘅人咧忘記咗佢。嗯。冇諗起嗰度。冇諗起西藏咯。係啦，冇諗起啫。啊，咁都得噶？咁你佢係咪聖人啊？真福喺天主眼中。係啊，就唔係呢個級別嘅問題。喺天主嘅眼中，都係天主嘅人啊。嗯。所以各位，我哋唔需要咧喺呢啲。裏邊咧，即係兜太多嘅圈啦。咁我哋直入啦。咁啊，23頁就係當年啊，幾多號啊？2000年10月1日喺羅馬嘅聖伯多祿廣場咧，120位中國聖人被列入聖品呢一個本禮儀書。個本禮儀書係我哋有㗎。係啦。咁仲有喎，當日咧唔係淨係咧啊，我哋。所謂正照榮師铎及蓬伴的宣聖，其實還有好幾位㗎。係啊，你見到喺左手邊嗰邊仲有正照榮，下低仲有幾位㗎、包括呢個加洛撒會嘅巴基達。啊，巴基達啊，呢位聖女啊。巴基達聖女係啊，修女。即係話通常咧，教宗宣聖嘅時候咧，唔係淨為一個區為辦，係都為整個教會嘅聖人嘅。所以在同一個禮儀裏邊咧，嚇、都為趙榮啊佢嘅同伴，同埋咧其他嘅，係啦，補記，好啦，咁咧嗰度有中文喎、呢本書，係啊，呢本書入邊有嘅嚇，第24頁開始啦，係誒呢本書嘅內容嚟嘅，係一個咁樣嘅引言啊，將呢一喺中國教會即係、福音傳嚟中國嘅歷史入邊咧去。
介紹呢一啲呢一百二十位聖者。咁樣咧，去到第二十五頁嘅時候咧，咁佢就講到咧，不幸地啊，第一行係啊，就擦發生咗令人心痛嘅中國禮儀之爭，咁啊導致咗一連串一連串嘅迫害啊，一連串嘅教難。係啊，咁咧都明嘅，係1715年啊，係1715年中國禮儀之爭啦、啊。就真的在羅馬定案的、是什麼啊？只能夠用天主這兩個字去說耶穌基督的、就是說很難表達稱呼天主啊，即是三位一體的，是的，阿爸的至上神的至上獨一無二的、是吧，只能夠叫天主。咁以往曾經亦過好多嘅喎，斗師啦，我哋有斗師殿添，爹母釋音啦，都曾經亦過上帝噶，天主教都亦過上帝噶。咁最後又用咗天主啦，即係名可名非常名，係嘛？道可道非常道，但係當時就咁定斷咗，唔可以用上帝，唔可以用斗師。只能夠用天主，算啦。但最大影響嘅咧，係呢個所謂嘅敬恐祭祖。敬恐祭祖兩個問題嚟㗎。兩個問題嚟㗎，見到嗎？先講祭祖啊，中國人咧好重視嗰種嘅咩啊？忠慎終追遠，慎終追遠啊，係嘛？心田先祖宗。福地厚人間，咁你一唔可以，唔可以祭祖咧，咁就變咗咧，你族外之人啊，係會不孝啊，會加俾你不倫啊、不孝。總言之就係百行孝為先啊嘛，係百行孝為先。咁你話係咪迷信啊？這個就打開禮儀之爭，是啊，利馬竇他們就很不明白，利馬竇就認為不是，是啊，啊，耶穌就大部分認為不是，那因為為什麼？他們是跟那些，士大夫，文人，文人交往的嘛，你問那些文人，他們告訴你這種儀式呢，只不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但如果你說特別喺文人院，即係同一啲即係點講啊，唔係受高深教育嘅，甚至唔識字嘅，一啲嘅鄉民啊，特別係喺福建傳教嗰啲，啱啱。咁於是乎咧，就會話啊，祖先咧會保佑啊，最緊要咧就係點講啊，當佢哋好似即係一個神咁樣啊。又風水啊，又成啊，咁於是咧，就好似個宗教啊，即係好似咧，將祖先咧變成咗啊一個神明都得噶，咁所以你睇點睇啦？咁所以呢個拗撬咧值得研究噶，好值得研究。但係無論點，所以徐光啟最後句嘅。後裔咧都分咗兩派，一派就天主教嘅，就唔會再做官，因為冇得做官，因為點解？你唔係我應該講祭祖先，係啊，祭祖講完先，係啦，祭祖先，而家講敬恐啊，係啦，咁啊敬恐係乜嘢？當時所有讀書人都會拜孔子，都要拜孔子噶啦，師父嘛，係啊，萬世師表嘛，萬世師表，咁你都要係咪敬如再敬神如神在？都會所謂敬恐祭恐的啦，歷史很遠的。但是當然啊，也都牽涉到可以在個敬意，也都牽涉到當佢係神明的喎。譬如呢，仲有開學的時候，拜孔子要揾個薄撐，點啊坐住佢咁，點啊黐住張凳俾你讀書。是吗？咁要聪明又成，
都得，即係變咗咧，又好似宗教信仰，所以香港恐教啊，恐到個教嚟嘅喎，原來啊，係嘛？即係你好難講。咁但係因為呢，如果你唔祭祖就是、俗外人啦，不孝。咁你唔拜孔子就等於咩啊？你冇老師啊？點解啊？不能入學咯，係嘛？你讀聖賢書嚇、啊，就唔去點啊？就係呢個問題。尊重聖賢，敬聖賢，但點樣表達敬啊？唔係打個鞠躬咩？鞠躬都唔得嘅，未必噶，係嘛？咁所以呢，徐光啟嘅後裔咪有兩支，一支呢繼續做天主教徒，就不能進入仕途啦。即係冇唔可以讀聖賢書，考功名噶啦。唔考功名，一批就考功名啦。其實好多複雜噶。又舉一個例啊，到今日都會出現問題喎。喺葬禮裏邊，葬禮裏邊燒唔燒香呢？基督徒可唔可以燒香？係嘛？仲有天主教都開放要鞠躬，有啲基督徒點啊？連鞠躬都唔可以噶，咁點啊？係嘛？如果仲話要一燒啲紙錢嘅，咁又點？即係呢啲係好複雜噶，喪儀噶嘛，婚禮都會喎、啊。我細個嘅時候都會有咁嘅處境嘅，即係結婚要向父母斟茶，跪唔跪得啊？只有跪天主嘅啫喎，咁父母唔可以當佢天主跪喎、啊。咁如果你個父母唔係教友，而一般人入門就要跪拜，係啊，咁你而家你話我係天主教唔跪你？咁佢嘅了解就唔係貴唔貴嘅問題，佢了解嘅就係你入門都已經不孝啦。咁你見得到好多矛盾，咁呢啲矛盾咧，的確一路影響所及嘅。好啦，咁呢一度咧，都列舉住咧，每個地區嘅一啲可以話。殉道嘅殉道嘅過程嘅，劉方濟係教廷嘅宣布第一位中國殉道者啊！係劉方濟啊，喺120人當中噶嚇、啊，第一位係嘛？係啊，劉方濟喺第幾頁啊？第25頁嘅第三段。嗯，真福林係1715係嘛？係啦，係啦。咁老實講，真係第一個中國嘅殉道者係邊個？如果你按呢度去睇咧，就係邊個？真福唔覺醒咯。劉方濟先，道明會師讀。咪劉方濟，唔係啊，係咪中國人嚟㗎？哦，啱，呢個唔係中國人。係嘛？係啱，吳國成係啱，美國。中國人嚟，第一個吳國成係嘛？係啦，中國人。係邊度㗎？貴州㗎嘛。係啊，啱。教你教書係嘛？教書啊，係嘛？講師。咁啊，再真福咩啊？張大鵬啦，係啊，當時係咪啊？係啊。咁仲有啊，仲有啊，第一個殉道嘅神父係邊個啊？咪趙榮咯，殉道嘅趙榮、啊，殉道嘅中國神父，國籍神父。係啊，佢咪、啊、領頭嗰位，係啊，宣聖嘅時候領頭嗰位，所以係聖聖趙榮及其同伴。係啊，咁啊同伴係指乜嘢？唔同時間佢唔係一齊嘅。佢其實唔係一齊死嘅喎，唔係一齊，係啊，唔係同時間殉道。係佢拉頭男，以佢作頭，嗰一班嘟嘟嘟嘟嘟嘟，係啦。佢之前嘅聖人，之後就可以聖人啦。係啊，咁嗱，注意啦，見到嘛？第一個殉道聖人係邊個啊？係咩啊？劉方濟啊！殉道成日都成日都劉方濟，劉方濟可唔可以留翻第日先做方濟啊？你
中國自己國籍的聖人、啊、中道聖人，你成日都留翻第一幫仔啦。哦 ，OK， 五國聖，係啊，係不過唔係神父咁解，所以唔係排第一。啊，唔係神父就唔使死啊！唔係神父，所以個尊唔係神父就唔可以做聖人咯、啊。唔係神父就唔會排第一。你咁迂腐噶，迂腐到唔係神父就唔可以排第一。排咗趙榮先啊嘛，點解一定要神父帶頭啫？咁你問梵蒂岡啊？咁你寫封信去問佢咯。咁你係教友，你有信仰意識噶，又話共義同合。咁我而家倒想傾下咯，係咪？嗱，真係個問題喺度噶，係嘛？好啦，咁大家自己睇啦，慢慢睇啦，係啊，慢慢睇啦，慢慢睇啦。慢慢睇啦，而家一路睇咧，我建議你32頁噶啦。係，一本書其實我有喺度噶，影一本。1905年所出嘅《文教雙案》，我哋係條 link 噶喎，哈佛大學嘅。嗯。咁你都可以，係咪可以下載噶？下載啦，免費下載。誒，值得叫啊！尤斌去做個研究㗎，啱唔啱啊？即係點樣咧咁？喺呢度咧，我舉個例，當年當日點解要揀10月1日做呢個宣聖啊？點解抄舊事？7月9日啊，是教廷第二聖事部決定呢一個中華聖趙榮司铎及同伴的紀念日，宣聖日子係宣聖日，即係十月一號，係啦，係啊，蠢啊！宣布喺每一年嘅自由紀念日係揀咗7月9日，點解要揀7月9日啊？係啊。哎呀，你有病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係1905年7月9日，係乜嘢啊？山西教難，山西教難開始嘅日子，開始斬人啊嘛，開始殺人嘅日子，開始斬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啊嘛。係啊，嗰個斬殺天主教徒、基督嗰個總督叫做玉燕，嗰班斬人嘅叫做乜嘢啊？義和團。義和團，人哋又對義和團拍曬手掌，話係愛國行得為。你又揀嗰一日嚟，係啊！做以後紀念，佢紀念殺咗好多人。嗯，做乜啊？你揀一個無關痛癢嘅 N 咁多年前嘅，譬如趙榮都得噶。趙榮喺邊度噶？趙榮喺邊度噶？你知道啦，佢從德生主教好有關係噶喎。佢本來係一個玉卒，佢壓啊徐德生啦、啊，去北京嘅時候，佢居然自己做埋咩啊？教友，仲有點啊？做埋神父，做埋神父喎、啊。死於1815年。1815年。嗯。1815年，冇嗰邊日啫。咁你咪揾個，係啊，1815年嘅，我趙榮佢咯，趙榮死嗰日咯，明嘛？咁咪避開曬嗰啲大家對呢件事有啲意見相左嘅地方。避開佢啊！避開10月1日，係、哎、啊！咁又話傳教主寶馬聖女小德蘭嘅節目，開化啲啦！見到嗎？冇揾7月9日，冇揾呢個叫做咩啊？10月1日，哎，我寫咗信嘅喎，我都記得好似你幫我起稿嘅喎、啊，你咁大聲講，細聲啲講。咩細聲啲講？我幫你起稿，我寫咗信你聖禮部㗎，提出咗你嘅意見。我提出咗我嘅意見，
包括埋嗰只圣人像嘅选用噶。咁所以咧，各位文教相安，即系有时咧问题咧系双方面。譬如我举一个例，喺礼仪上，特别徐德生主教嘅故事或者其他嘅故事都会有噶。即系有啲嘢，我大家都唔明白大家噶。即系话除咗敬祖祭孔啊，祭祖敬孔啊，禁令已经解除咗噶啦。天主教会1939年啊，解除咗噶啦。系1939年嘅解除咧，都唔系为中国噶，为日本仔噶嘛。咁你见得到问题好多噶。咁先讲一个问题啦。禮儀問題，病人富有，病人富有呢，眼耳口鼻還要加上手腳還有兩個腰，腰胸，那你會問問問胸是以往啦、以往啦、那腰有的，凡爾之前，那所以後來都取消的、因為真的不方便嘛。那你說了在當時啊，哎呀，18世紀、19世紀，中國嘅社會裏邊個女人病都要死，你為佢病人婦又中婦，你點扶佢條腰啊？仲有領洗又係啊，嗰、那個慕道聖人啦、要扶埋個胸啊嘛，都係有咁多部位。係啊，咁多部位咁點啊？告解都會引起問題啦，咁所以有好多嘢咧，文化啦、習俗啦、對彼此嘅了解啦，仲有民怨，民怨有咩民怨啊？你估有冇啲人混進教會，借教會去欺壓其他人？有嘛，造成好多嘅教案噶。咁有冇啲嗱？其實外籍嘅傳教士嚟到中國咧，固然有好多，好似聖福若瑟啊，好似徐德生啊，好似好多恩保德啊，最近噶啦，都好似。雷永明啊，咁利馬竇啊，利馬竇啊，做咩啊？好尊重本地文化，好尊重本地文化嘅。但係有冇啲誤會都會有呢？咁有啲會唔會亦都即係帶住啊？有啲色彩咁樣嚟到，即係君臨天下咧，嗰種優越感啊咁。都會有啊，特別最後嗰個階段咧、啊，係借助呢個貿易啊、政治啊，似八國聯軍一樣入到嚟噶。有冇咁樣嘅情況都瓜分中國教會啊？有冇啊？有啊！最簡單嘅例子，教會點樣？由呢啲列強嘅手中拯救教會出嚟啊！邊一位啊？最出名嘅個恩人，教會恩人，江恆毅，係總主教。1922年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係啊！嚟到香港先宣布。宣布。1924年咧，佢就召開全中國嘅主教會議。主教會議。跟住1926年咧，帶六個中國神父，就帶六個中國神父去梵蒂岡，去梵蒂岡祝聖成為中國主教。中國主教，因為中國嘅第一個中國籍嘅主教羅文祖，羅文祖係17世紀嘅，由17世紀到20世紀係冇中國主教，見到嗎？所以最後呢。個口號係乜嘢啊？好似雷明遠神父所講噶，中國教會要歸翻俾中國人，中國人係屬於基督嘅。咁你就明啊？
文教相安啊！1900年，已經歷咗1900年嘅，係啊，嘅之後嘅反省嚟嘅，個反省值得研究，直抵真係河北喎，係啊，係河北噶，仲係咩啊？教育部噶，教育部啊，係啊。好啦，各位，當你聽到呢啲我哋講嘅嘢咧，邊個講噶？邊個了解噶？你咯，我咯，即係當我哋接到話啊，一方面好高興啊，我哋中國終須有聖人。我讀書喺羅馬讀書俾 Jack 啊，我嘅教授丙我喎，啱噶，佢丙得好過癮啊。佢話講咩本地化、本地化、本地化，你哋都未有聖人，講乜鬼嘢本地化？嗰陣時未有啊。啊，嗰陣時我覺得佢咩噶？我覺得佢大我噶，欺壓我噶，鬼佬欺壓啦！但一諗落去好真，你自己講噶嘛乜咩啦，功立連立得三不朽啊嘛！啊，我當時交嗰份功課，即係諗起中國人有句説話咩？立德、立言、立功嚇咁樣。先係立言，然後咩啊？立功。功然之後立德立言咧，著書立說，教導後人嚇，即係後人咧能夠知道你嘅想法。立功咧，可以譬如起咗間好靚嘅聖堂啊，建基立業係啦。但係做咗好多叻嘢。係啊，但係即係隨住人過去咧，可能咧就後人唔會記得有乜嘢咧喺中國人嘅思想入邊咧，會值得咧千年傳頌嘅咧，德行德表。咁我當時咧就可能都係咁啱，都經歷咗中華宣誠呢一件事嘅整個時候，我都當時就諗啦，即係喺中國聖人嘅名單入邊咧，有啲好簡單嘅啫，咩細路仔又有，佢無知婦孺都有，但係咧佢哋願意咧為信仰獻出生命咧，呢一點咧喺中國人嘅眼中入邊咧就非常之有價值嚇，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所以咧，我覺得咧，一直都覺得咧，中國殉道聖人嘅見證咧，就真係喺令到基督信仰啊喺中國嘅社會入邊咧，有一種立德嘅呢一份建樹啊。佢嗰、那個如果你睇 Google， 佢話係立德先，立功二，立言三。如果你講優次就係立德、立功、立言，無論點咧，無論點咧，當我哋知道呢啲事嘅時候咧，即係知道嗰、那個啊宣誠日子啦，都感覺到好矛盾啦。咁又寫個信俾即係聖禮部啊，都講出我哋嘅擔心啊，咁係嘛？即係人未年輕噶，咁所以咧，當我哋籌備呢個節日，即係10月1日，係啦，2000年10月1日就係就宣誠啦，宣誠無奈嘅，咁香港教會有幾時會慶祝啊？2000年10月29日，好記得噶，10月29日喺香港嘅主教座堂咧，由胡振中書記主持呢個謝恩尼撒啊嘛，嗱其實咧，我哋都要諗一諗個日子啊。你點鬼樣定7月9日咁傻啊你？你用翻9月28啦，阿姐啊！9月28係咩嚟咧？9月28就係你已經咧，係喺台灣咧好早啊，就主要將咧係當時社會嘅個叫做咩啊？你講啦，教師節啊嘛，係啊，教師節啊嚇，1900幾年啊，其實咧，1953我冇記錯，係1952年喺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後咧，就話9月28日咧作為，因為係一路係孔子誕啊，孔子誕辰啦，咁樣，佢用陽曆啊嘛，陽曆9月28係算作孔子誕，算作孔子教師節，係啦，咁咧教會就利用呢個節日咧，就話我哋紀念中國所有嘅信仰嘅導師，信仰嘅導師，當時係將中華征服啊，因為好散噶嘛，係啊，佢死邊日咪紀念咯，佢死喺嗰日咪嗰日紀念咯，所以你揾阿趙榮斯當
是哪一日紀念，是吧？但是就將它拉大隊集中一日紀念，那就已經是很可以說很本地化，進入了呢民間的紀念裏面，人人都紀念孔老先、孔聖先師，紀念緊老師節。咁我哋都紀念咧，我哋信仰嘅一啲先祖啦，佢哋都係我哋信仰嘅導師啊。咁咪得咯？你搞乜鬼啊？七月九啊？係啊，其實可以避免嘅，嗰啲緊張係可以避免嘅嘛。仲有啊，仲有，我哋讲埋啲紧张啦。其实有啲老神父都同我讲过噶，佢哋感觉唔舒服，觉唔舒服咧，好自然噶、哦。因为当时咧喺主教座堂食饭啦，即系都系好即系西方式嘅，系点啊？好似隐修院咁嘅，系一张点啊？有 high table 啊，跟住路咁啊摆噶。咁一般嚟講啦，又識拉丁啊，又即係佔有一個所以話係高位嘅。譬如啊，以前啊，白英奇主教係意大利人啦，咁佢嘅副主教係邊個？明鑑利啦，咁都意大利人啦。咁所以外國嘅教士們咧，咁啊喺 high table 嘅坐邊度啊？首席噶啦。咁中國神父咯喎，咁一般嘅特點啊？坐喺末席噶咯喎，咁如果咁点啊？传菜点传啊？咁啊，佢由前只手即一路传落嚟咯。咁去到佢哋嗰度点啊？差唔多唔使食，系咪咁啊？咁唔明啊，即系呢种感觉唔好啊，冇埋怨都好啦，心里都点啊？不好受，直到几时啊？梵二会议。我哋香港第一任嘅中國籍主教，係徐成斌，係嘛？先至慢慢慢慢，好似今日咁已經基本上都係香港人咁，咁又唔同啦。所以都係個問題咧，喺個咁嘅過程。嚇，講到呢度而家，好係咪嗰個感覺？好唔同，而且是切身的感觉，不是他啊，是讲紧咩啊？我哋唔系佢哋。好啦，咁当我哋点解我要今日你哋都话用翻呢个筹备嘅过程，因为都可以学到咧一个庆节嗰个精神所在。其实殉道嘅纪念唔系好事。因为有殉道即是有什么？有暴力咯，即是有加音撒喇叭耳咯，不是创世纪原本要有的美丽景象来的，是创世纪第四章啊，人类犯罪之后的后果来的，谁是谁非天主知啊，所以要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就是为我哋罪人喺我哋犯罪嘅时刻，为我哋死在十字架上，为使天主嘅爱圣神进入我哋嘅心，去重新创造我哋，使我哋变得彼此兄弟相待，成为基督嘅肢体，喺圣神嘅相同里边，成为天父嘅儿女。所以我哋嘅投向基督。所以是基督得胜，我们不是庆祝某一派的得胜，不是庆祝被杀者的得胜，或者是杀者的得胜，是庆祝天主的爱要通过你的悲剧，好像我们的《习土经》所说的，化死亡为生命，是不是？那才开始立业了。在这个筹备过程里面，我们首先真的要研究这些这个历史。是啊，他要宣誓那些是什么人嘛。我记得我看了这本书，他前头那堆呢，他讲到明呢，交出来的那个名单呢，是
揾到生平資料嘅係120位，但係揾唔到資料嘅係無數咁多位殉道。朱家河咧，即係邊度嚟嘅？我去過噶，喺河北咯，佢講到明噶，係啊，我印度去過噶，係啊，而且佢仲話到明嘅喎，根本咧即係中華。殉道真福已經很久了，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了，但一直都在等一個奇蹟才可以被宣布為聖人嘛。他在當時就已經寫了教梵蒂岡是例外地給了中國聖人不需要這個奇蹟，因為呢當時他們申請的話，如果要一個奇蹟呢，就麻煩你看看中華教會呢經歷文革之後這麼多年的苦難，竟然能夠繼續下去，繼續到今天，其實中國教會就已經是大家想見的這個奇蹟了。經歷這麼多經歷，我們還可以屹立不動，屹立不動，這個還不是奇蹟？是啊，多少人是看著殉道者的見證，跟著成為我有一個學生是這樣說的，他說為什麼我要做神父？當我在七八九年去教書，我見到我的伯父，他是神父，被槍殺的時候，我看著他被槍殺的，當他一死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要繼續做神父，我要做神父，是啊，是啊，那就點著了他的心中，就點著了他聖召的種子，聖召的種子，殉道者的血就是教友的種子。當時我去到的時候，喂大佬啊，你幾多歲啫？八九年，廿零歲啊！你明唔明啊？其實中國嗰時所謂喺共產政權裏邊幾多年啫？四九到八九，四十年，20多歲，30歲，你見到嘛？係啊，呢個唔係奇蹟咩？好啦，唔好理啦。不是沒理會，不是沒理會，我們快點，是吧？那所以呢，在這些矛盾裡面，我們參考很多書，劉宇星神父，我記得是紅皮的，紅皮的，那本就是《中華殉道先烈傳》，不是那時候不是這樣叫的，是《中華殉道先烈傳》，不是叫做什麼，那本你們是見到的，《中華殉道聖人傳》，這個是後來的，即是宣布宣誓之後，他重再整理這本書，如果不是的話，最初都只不過是叫做《中華殉道先烈傳》1977年那本，很多值得反省，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反省的，我講快一點，就是34頁最後一段，我們連在大陸自己出版的《中國基督教史略》，我們都參考，是在大陸出版的，看到嗎？是2000年出版的《中國基督教史略》，即是看別人又怎麼看，第二個角度，第二個角度真的左右看右右看這樣去看的。好啦，咁呢個咧就是對呢件事嘅了解啊。好啦，咁有陣時咧，我哋都開始諗，都要有一個形象噶、禮儀不可見嘅成為可見，係不可見嘅成為可見。我要點樣將教會呢中國教會嘅呢一段歷史呈現出嚟？所以我哋最後揾咗劉河北嘅一張，去畫嘅，佢畫嘅，係啊，用國畫筆法嚟畫嘅。嚇！咁我呢度寫咗啦，耶穌揸住十字架，諸位聖人點啊？仰望住佢，然之後咧，耶穌揸住即係勝利嘅棕櫚枝。咁呢度正好啊，就係應驗咧希伯來書所講噶。我哋咧係喺今日嘅進堂詠裏邊都有用噶，譬如今日嘅進堂詠咧，係喺呢個 PowerPoint 嘅第68頁，係咪 PDF 啊 PowerPoint？ 我唔記得啦。PDF 咧係68頁，我哋要跳去望望啊！
Ernest 跳唔跳到啊？我哋读出嚟啊！我们有一齐读啊 ！Ernest， 你带我哋。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及缠绕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始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那咪系咯，所以我哋要揾一张呢啲证人呢带我哋耶稣嗰度，帮我哋放下累赘，帮我哋放下人间嘅罪恶，无论边边犯咗罪，都求耶天主宽恕。见到，所以呢段嘅晋堂咏好靓。我哋既有如此众多如云嘅证人环绕住我，我哋放下各种累赘，人间嘅累赘，我哋放下人嘅罪过，而坚忍嘅心跑喺我哋面前嘅赛程，望住前方信德嘅创始者、完成者基督。所以我哋最后拣咗呢一章。咁當然啦，另外個章咧，以傳忠厚咧，我都寫咗幾句嘅啫。即係其實裏邊當時畫嘅人啊，係在生嘅，即係個無得意啊，即係你睇到啲無得意嘅，咁就唔好用啦。咁好，咁啊，34页之後啦，咁我哋經過各方嘅一啲可以話默想啦。祈禱啦，資料嘅搜集啦，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開始構思，係喺祈禱之中，喺歷史之中，跟住咁啱算喎，咁啱算噶，大埔聖母無玷聖心呢、這個聖堂來稿要求審閱一下，佢哋張大鵬黃亞立小堂嘅禮儀。哦，大埔頭區有好幾個呢啲小堂噶嘛，係 啊，真福張大鵬、真福黃亞立，哦、okay 啊，我哋仲有咩啊？喂，我哋有吳國盛啦，吳國盛啊嘛，喺葵涌啊嘛，葵涌嗰邊啊，係啊，嚇，咁佢哋交嚟嘅內容咧，哇，好靚啊！哦，好靚啊！嗯，係咪啊？第一段係咩啊？以撒二啊，先知書，受苦仆人試過，哦，係咪啊？咁跟住咧，第二段係講咩啊？聖榮先係嘛？唔係當然啦，聖榮係咩？天主啊，你行了大事，我們心裏充滿高興。咁呢個咧係另一段嘅答唱詠。好啦，讀經義係咩啊？羅馬書係冇嘢隔得住我同基督嘅愛㗎，係嘛？基督嘅愛大到咁緊要，係嘛？所以啦，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好啦，其实当时咧，保禄咧都系讲紧咧，佢为佢个同胞系嗰种嘅心焦嘅。好啦，呢个要睇翻啦，阵间。好啦，马尔谷福音啦，即系话我放弃咗一切嘅时候，见到嘛，喂，好靓噶，白多禄话嘛，我舍一切跟住咗你。咁我实在话你，人为咗我舍起死一切，连迫害在内，系咪啊？好啦，咁哇呢段系啊，我哋觉得哇呢个仲唔系天主俾我哋默想嘅咩？立即就觉得心里高兴。嗱呢个共义同行，即系话呢圣母无玷之心堂，佢哋嘅两个小堂。張大鵬，仲有咩？黃亞立，黃亞立嘅小堂，佢哋真係默想過家，交嚟咗呢個咁嘅讀經。咁事如此點啊？成了啦，就立即點啊？吸納咗佢哋作為呢？我哋喺十月幾多號啊？29号嘅一個宣聖嘅謝恩彌撒裏邊啊。好啦，咁啊都。啊！林瑞琪兄弟寫咗個導言，仲有咧，我哋會將我哋編好咗嘅書啦，俾各大神長啦，啊，同埋教友啦，去俾啲意見噶，集以共議同行啊。咁仲有喎，
唔单止有圣经，唔单止有普文，仲有最紧要歌曲啊！咁啊，多谢天主蔡思雅神父领导啊！咁蔡明系啊，苏明川啊，同埋胡建庭啊，咁啊写咗呢位中华族朱圣宗。好啦，咁去到呢一个处境里边咧，我哋开始谂一谂咯喎。大家自己看我的文章啊，開始想了。我記得你當時好像打個電話來說，這台彌撒是宣聖的嘛，最重要的是 Veneration of Relics， 這個恭敬這個殉道聖人的聖讀經，是啊，因為我們有的嘛，我們最珍貴是什麼？我們有聖人的聖讀的嘛。这个是班神父交给我的，因为班神父一直是管理这些的，那我来回来了，他就交给我了。圣游的房里面有很多圣徒，他说这些就是我教他有的圣徒，然后我将一些圣徒整理好，买一个柜放好他，是放在呢我们十四楼，即教他做十四楼的神父用的小堂，一个祭台下边的。另外呢，就是我都见过中华殉道的主席的，譬如我见过一块布染满血的，是用纸包住了，是写着这个圣人的名字的。我见过一些纸，一个信封入着一些骨头，是一些碎片包住，写明呢是哪个圣人。那当时我都问过大会堂博物馆的馆长的，他教我的方法就是侮辱，你未有处理 的方法的时候，你原封不动挤好他，记低他够了。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做。咁講埋咯，即係我哋揾人設計，設計咗個聖讀盒，就將呢啲聖人，邊幾位聖人啊？67頁咧，我哋咪有個恭敬於供奉於主教座堂嘅中華聖人及真福啲聖讀名單。咁你就見得到咧，有幾多嗱？所有的修女，即是由哪一位啊？圣爱纳，爱敏纳，敏纳修女，之下你送多少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八个，七个圣女，七个呢，加一个就是殉道的，是啦。另一位呢，是真福，阿松达，都是 FMM， 都是同一个修会， FMM， 就是那个，玛利亚方济各全教女修会，啱啦。咁所以咧，你見得到我哋有嘅咧係邊位啊？徐德新主教、張大鵬、南越王、劉格萊、董文岳、羅萊曼德、郭世德、王亞南，係啦。然之後跟住就係嗰班修女啦，修女嗰啲就喺隔離個細盒，喺隔唔係真福阿松大。阿孫達唔係，係喺嗰一個盒大盒裏邊，大盒 OK 嚇細盒嘅咧，我一陣會講噶，係啊，係當日下晝先至拎嚟，先至得嚟，係啊，係咁個個都係孫道嘅，係好，我哋睇翻啦呢一個嘅嗱，各位點解我哋咁詳細去解釋啊？因為我哋好想你咧，趁呢個機會認識，然後咧你會去。香港主教座堂啊，去真的看翻啦，去祈祷啊，去祈祷啊。而且咧，我哋唔单止系咁啊，我哋有咗呢啲咁好嘅标记啊，呢啲圣徒圣人嘅遗骨啦、或者染过佢哋嘅血嘅布啊 ，etc 啦。我哋要做教育噶，培养。第二宪章话咩啊？我哋要使教友
有意识的主动的完整的全面的去参与嘛。完整的逆鬼文的是全面的解去参与嘛。是的，所以有一连串譬如说我们三十七页的祈祷，嗯，我们的中华殉道圣人的祷词的，看到吗？是给各位教友去祈祷的，嗯，还有啊，三十八页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讲座，嗯，有很多的可以说文章的发表，嗯，是帮教友认识我们今天在中华教会里面经历着一个什么的时机。我哋一百二十位，系啊，一百二十位，除咗知佢个名都知下佢真系到底发生咗咩事嘅殉道嘅宣誓，咁都讲过唔止噶，唔止噶，系嘛？有名有姓嘅一百二十位，仲有前前后后一百二十五位，亦都有啲真系无名嘅，系啊。咁后来林瑞琪出咗本书噶，结集成书啫，《中华大地的荣耀》系啊。咁所以大家买啊，买呢本书。你是看到当时我们做了多少的一些反省啊，一些的介绍让人知道，教友要知道，五天要在神学院知道，各位教友要知道，我们今天都是藉着这个机会让教友知道这段教会的历史，这段教会的历史应该为我们呢是承先而启后的一部分。好了，咁於是呢，事如此成了啦。咁我哋點樣嗱？而家到咗三十九頁咧，就係講呢個聖讀盒嘅設計嘅。嗯，檀香木嚟噶。嗯，咁而呢個聖讀盒嘅設計咧，去到第四十頁你睇到啦。其實紅色嗰個封面咧，係，嗯，我哋那天用的禮儀書的封面，其實這個封面白色的部分，啊，就是做了一個動金的一個牌，將它呢安放在這個聖讀盒，嵌了進去這個聖讀盒，這個檀香盒裡面。為什麼我們要選檀香？香啊，馨香，是啊，是一个祭献来的，奉献来的，是天主眼前的一个祈祷的，他们用一生的见证，用他的生命作为奉献，也都真的在天主面前的馨香之祭。好了，那你看到一个十字形来的，是啊，当时请我的同事 Eddie 嘛，将120个名字好好地排成一个十字架，125个名字的，是因为呢都包當時我哋揾到嘅125個，121啊，係即係包括咗一啲，譬如之前嘅董文學，董文學係啦，已經擺埋入邊，係阿孫塔等等都有，係一百應該125個，哦，係喎 ，OK， 啊，咁樣咧就排成個十字形，嗯，參與基督嘅十字架，參與基督嘅苦難，中間咧就好似餘魂嘅證人啦。帮助我哋走向注目耶稣基督，基督信仰嘅创始者与义者。咁，呢个耶稣基督个图系边度嚟噶？系咪？呢个其实就系粉岭啊，呢个圣约失堂，圣约失堂咧，圣体柜嘅柜门嚟噶。哦，而家冇咗噶啦，可怜。除咗间圣堂拆之外，系唔系啊？真系后来啲神父搞到乱晒咯。嗯，我识唔紧要噶，我哋再做噶嘛。啲咩保罗原设计啊嘛，嗯，啊嗰，那个柜门嘅图案嚟嘅，好啦，侧边嘅系咩啊？嗰啲橄榄枝啊，系个和平啊，我哋愿意带嚟嘅系和平。哦，唔系标榜海船，唔系标榜海船啊，永远嘅和平。系啊，我哋追求永远嘅和平。我哋唔系要讲哪一个胜利是基督得胜，嗯，要在这些事的发生之后，嗯，好像洪水一样之后的橄榄枝，橄榄枝希望那些圣者为我们祈祷，嗯，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不要再有殉道者，嗯，
而是有见证者圣德的见证。见到、嗯、是啊。咁我哋真係好似徐一格講，因為有我哋嘅聖職啦，所以呢個聖義公教會呢喺呢個地域裏面土地上成長，立德、立功、立義，開花結果。所以余生这个设计里面有开花结果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死而复活代表着、但同时呢、有葡萄的果实、结出真是美酒美果，含成一个八角形。八角呢就代表什么？生命嘛、第八日嘛，八日复活，复活的好啦。咁我哋点样做啊？系啦，摆边啦，摆边都，我哋就谂起呢，都谂得好清楚。呢个系咩啊？系默示录啊，第六章啊，九到十一噶。系啊，佢讲咩啊？佢话当时啊，殉道者呢嘅血喺祭坛下边圣坛下喊冤啊！所以教会嘅传统。在聖毒是放在祭台下的、所以今次現在凡爾之後的我們的祝聖聖堂的、禮儀都是的，聖毒放在祭台下 這個起源呢就是羅馬的殉道者或者羅馬的 Catacomb 人去到 Catacomb在 Catacomb 度啦，舉行彌撒去紀念啦呢啲殉道者與基督一齊嘅奉獻、所以咧就習慣咗啦，係喺祭台下放有殉道者嘅骨頭，好似咧聯同啲殉道者一齊獻上啦呢個聖祭，祭指乜嘢？基督佢嘅奉獻。好似哥羅心書所講，參與基督苦，參與基督嘅苦難，參與佢嘅犧牲，參與佢嘅救世聖祭，所以都講到明啊，唔係聖道佢光榮嘅祭台，係祭台光榮呢啲聖人啊，係個祭台光榮呢啲聖人啊。为什么这些圣者在祭台下继续作出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命的奉献，联同我们今天的奉献，联同基督在他的教会里面，在我们身上他的肢体的奉献，而且他们喊冤，喊冤为什么是十月一号，为什么是七月九号啊？喊冤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在这里，不是带来和平啊？明白？双方都要在这方面有所进步的。所以这个庆日本身是要我们这么深的反省，怎样落实信仰在这个土地上结出信仰的果实。好啦，咁我哋点样做啊？咁整个嘅设计呢唔可以离开嘅，系教会嘅传统。教会嘅传统点样保存落嚟噶？喺礼仪当中啊，喺训道里边啊，系点啊？于是我哋参考所有殉道圣人啊，教会喺罗马尼撒经书里边。是怎样祈祷的、教会的信德就藉着教会的祈祷保存下来 Lex orandi, Lex credendi, Lex vivendi 怎样生活，教我们怎样生活，是啊，所以我们参考了、或者每人读一读、圣人统用众借词那里怎样说、41页、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你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藉着诸圣令人惊奇的信仰，使你的教会不断革新和成长，并给我们提供了你深爱世人的佐证。你藉着他们杰出的榜样，激励我们追随基督。你因他们热诚的转求，帮助我们作你救恩的生活见证。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欢欣颂扬你，高声向你欢呼。圣圣圣圣，咁我哋就按照呢啲教会嘅土文啦，呢、这个传统啦，仲有教会呢，当宣圣嘅时候会点做噶？其实宣圣咧，我哋以往叫列入圣品，咩意思啊？就系喺圣人嘅名册上加入去圣人嘅名册，加入圣人嘅名册里边。所以最重要就是唱嗰个主圣祷文啊！即系主圣祷文嘅时候睇咗你个名字，系啊！哇！有一日你话睇，圣罗光辉，只为我们祈祷，圣眷恋，只为我们祈祷，圣就奉献。哇！我都想，我都想，开心开心。不过我记得嗰台弥撒我有参加，都系好感动我。嗰、那个圣徒捧入嚟。嘅時候咧，讀住佢哋嘅名字，請為我哋祈禱，一路唱中華諸聖頌，犀利。係啊，因為點解我哋即係咁，先將呢個聖篤盒咧，係放喺洗禮池，讓一人入嚟站聖水睇到，其實佢哋嘅得救係靠耶穌基督嘅寶血，佢哋經歷呢個洗禮，基督嘅愛，通過聖神注入佢哋嘅心，使佢哋跟隨基督死於罪惡，活於天主。然後佢哋生活嘅見證，甚至交付生命。咁其實咧，嗰日都出咗狀況，因為下晝一點幾啦，啊呢位即係點講 FMM 嘅會長先至攞嚟啦，佢哋聖人嘅聖篤，即係個七位聖篤嘅修女，所以我哋咧就揀啦喎。怎樣啊？咁進堂之後咧，主教講幾句説話，然之後我哋隆重嘅將聖篤請入聖堂，好似啲聖人點啊嚟到我哋當中，係啊係啊係啊，同我哋一齊讚美天主。你有咁嘅感覺？有有有，好感動，好感動。係啊，諗都諗唔到會係咁，諗都諗唔到咁。係啊，卒之又等到中國聖人，係啊係可以咁同我哋一齊祈禱。我哋请佢帮我哋，帮我哋同我哋一齐祈祷，系啊，系咁亲切噶，系啊，边个捧啊？我哋最初揾一个曾经坐过监嘅受苦噶，你有写啊？系啊，吓嘅神父啦，但系佢哋身体虚弱，系啊，年事已高吓，吓咁于是咧，我哋揾一个圣人嘅殉道者嘅后代，系我应该咁讲，系啊，殉道者嘅后代边个啊？李旭明神父，吓佢话。曾經佢爸爸，因為佢阿爺，我唔記得咗。係啊，嚇佢阿爺殉道，佢阿爺殉道者，佢伯父係殉道者。係啊，好似佢爸爸俾人斬頭斬咗橛，以為死咗，以為死咗，啲人走曬，未死。係啦，結婚生仔，生鬼咗佢。佢哥哥都係神父，李旭文。係啊，咁好啦，由佢捧住嘅聖篤盒最啱啦。係啊。是吧成仙而启后。还有哦那 FMM 那些殉道修女的院修女旁就由他们的会长院修女奉主入来。那两位呢在我们读啊这120个圣人的名单里面其实121都未定我不记得了看回那本书。那即其实有一段片啊是啊多谢天主家我哋當時咧視聽中心啊，佢哋製作一個錄影帶，啊叫誒錄影帶啊，錄影帶啊，咁後來咧佢都俾咗一個即係點講啊，由錄影帶轉做嘅，轉做呢個 MP4 嘅格式啦，格式啦，咁我哋都放咗喺啦，誒黎偉嘅一個 server， 咁我哋都會
擺喺嗰個我哋嘅 PDF 嘅，係啦，會有個連結，有個連結第48頁，因為48頁啱就係呢本《中華殉道榮烈聖品感恩聖祭護贈中書基主禮》，我哋就放喺呢頁。冇錯，係啦。咁於是呢，我哋就咁隆重地，而家我哋睇到嘅啦，就係呢第42頁。嗯，见到吗？李神父同埋远修女，一个捧住中华殉道主圣嘅盒，一个捧住呢就系 MFMM 修女殉道修女嘅圣毒盒。入到去，主教隆重嘅接过，放喺祭台下，放在祭台下，殉道者嘅血喺祭台下含冤，然后呢，好隆重嘅唱。中華諸聖頌唱緊嘅時候，中唔係入嘅時候讀嘅，讀嗰啲名啊，因為你唱曬120個，唱完之後會死人。係讀佢出嚟，讀佢出嚟，嚇！而且係分批、分年份咁樣讀。嚇！你睇翻個嗰條 script 啦，睇翻嗰個錄影啦。係啊，咁你就佢當時讀個 script， 我幫手整嘅，你同我你幫手整㗎，做得好啦！哎呀，做得好。用心的辛苦咗你啊！唔係好用心嘅，真係。咁你早啲就放咗落去啊！逐個逐個名，不如咁啊！你放到最後啊！而家揾唔翻出嚟嘅喎，23年前嘅檔案喺翻寫字樓啊！喺翻寫字樓，佢喺個櫃桶啊！你想要翻啊？算啦算啦，喺個 video 睇到，喺啲 video 睇到得㗎啦，好夠，係好隆重，而且讀嗰啲咧，我哋係揾邊度地方㗎？是不是啊？那兩個是不是那些聖堂？是啊，他有說的，有幾個聖堂的人找過，是聖堂的人讀，即是看吳國盛，我是張大鵬，我是黃亞娜小堂的人，去參與的，然後讀到呢，到最後主教接了，放在祭台下，然後就唱中華諸聖頌，還有奉香，奉香，跟著就光榮頌。系啦，咁啊读经啦，好啦，到讲道咧，而家系43页啦，就由翻李旭明神父讲道。咁仲有一位英文讲道咧，就系 Father Peter Berry 噶。系啦，佢而家已经系咪翻咗去天加拿？系啊，天加拿系啦，汤书记去咗佢嘅葬礼啊。系嘛？系。咁翻咗天加。有一阵子去咗转美国。系。好啦，咁喺獻禮嘅時候，唔係淨係獻禮，信有土文嘅時候咧，好得意，信有土文同獻禮連埋一齊，係啊，連結埋一齊，請聖人同我哋一齊代禱，為我哋代禱一齊祈禱，獻上呢個禮品，唔單止餅酒代表住我哋嘅生活，係啊，仲有嗰份點講啊，薪火相傳，係啊，我哋120幾支、25支蠟燭就擺喺祭台前，係啦。咁你睇到係第44頁，你係見到獻禮啦，係啊，係嘛？獻禮所代表嘅祈禱，代表嘅我哋嘅生活，係嘛？到最後，祭台上舉行主嘅餐，呢啲殉道者喺天國參與呢個盛宴，係啊，係嘛？咁而佢哋嘅聖道就喺祭台下，咁都薪火相傳，係啊，嚇，好啊。咁完咗啦！當時我哋咧，係啊，就立即將遣散，你講啊，遣散，我見即係派遣啊，派遣啊嘛，跟住就又將嗰兩個聖毒盒咧，隆重嘅行過，放喺苦難祭台。係啊，因為以後啲聖毒擺邊咧，原來就喺嗰個苦難祭台啊，喺嗰個變成一個中華諸聖嘅紀念小堂嗰度嚇，就哇！跟住後嚟做咗個玻璃罩罩住啦。當日咧係放咗喺嗰度，讓啊以後嘅教友嚟主教座，唔係當日嘅教友先啦，個個教友都可以喺嗰度親自見到嘛，見到祈禱。而且點解我要揀苦難祭台？因為參與緊佢哋嘅苦難，佢哋咁樣參與緊基督嘅苦難，佢哋參與基督嘅苦難，我哋都同佢哋一齊參與基督嘅苦
难。嗯，后来就喺下将苦难、嗯、死亡化为生命嘅曙光，系好靓嘅。嗯，到今日我哋放喺嗰度。系啊，所以圣读嘅敬礼唔系攞嚟咧摆喺度让人哋拜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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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信。中国人更加觉得你唔好将人哋嘅尸骨点啊，粉身碎骨。系啊，系嘛？冇条全尸。系啊，呢个都系你教圣读敬礼嘅时候都已经睇过。啊，系盗墓诗人唔系咁噶，你值得。如果你去主教座堂，嗯，他就将圣人的圣读放在一个 proper 的位置，俾你记得噶。嗯，譬如我举一个例，在这个苦难制裁里面，我哋都有，因为呢后来呢我哋做了两块玻璃，系啦，就系而家呢幅相见到的，啊，一面是殉道者嚟噶，嗯，所以呢几多个？七位，七位。七代表全部噶啦，系啦，代表全部。咁咧就系咧，用呢，這个叫做咩？中外神父又有，男女又有，系啊，系啊，都年轻又有，教友同埋神父又有，嗯，啊，即代表性嘅，系啊，出污泥而不染，即从死而复活。另外一面咧，就以其他方式建设中华教会嘅先言。先言系咩啊？有呢个利玛窦神父啦，雷伟明神父啦，有。阿孙塔啦，真福阿孙塔啦，仲有咩啊？呢，這个书记嚟嘅，系啊，语笔啊，呢，這个田根新书记啦，系咪田根新？啊，田根新系啊，第一位中国书记，嗯，啊，仲有呢，福若神，二人，所以呢，我哋有真圣福若神嘅圣徒放喺旁边啊嘛，旁边，同埋雷永明嘅圣徒放喺旁边，系同嗰个圣人啊。连埋一齐，嗯，明白，系啊，系咁样课。仲有一点咧，我都好欣赏。呢边得六个嘅啫，冇第七个，点解咧？原来咧，第七个咧就系你同我啦。我哋要成为第七个啊！所以唔好搞嗰啲，真系我好唔赞成。真系咧。为学生来说很重要的呢，是圣人的榜样，不是他的骨头。正如雷永明的圣读重要还是本圣经重要呢？所以我们呢，圣经就真的将圣经，他翻译的圣经放在他圣读的后面。是啊，而他执笔的那只指骨，是啊，指骨嘛，放在前面。是啊，是今天主教座堂的雷永明圣读是他的指骨，指骨，手指骨。写字嗰只手指，见到嘛？嗯，即系有意义地将个圣人表达出。好啦，仲有啊，花仔 Pio 嘅咧，啊喺告解庭嗰度。告解庭点解啊？佢一个告解嘅，听告解，听告解嘅一个主保啊，主保嚟噶。嗯，见到嘛？佢嘅圣道放喺嗰度，系让人喺嗰度祈祷，请佢代祷，嗯，好使我哋嘅告解呢系。嗯，从心底里的皈依，是啊，是慈悲禧年的，慈悲禧年的时候，是啊，我们放在那里，嗯，是吧？嗯，现在是啊，这一点都值得反省啊，这个星期都很值得反省啊。好啦，那我们放在那里，而且是个派遣来的，嗯，是啊，我们不想放在主家，即是开完弥撒啊，派遣啊，我们随着这个圣人的足迹波无善言的，我们要坐言起行，是啊，嗯，所以呢，现在你们鼓励大家去主教座堂朝圣去看到这些圣徒呢，是跟这些圣人联系起来一起祈祷，那当然都要去呢我们的福传小堂啊，嗯，我们的历代的主教都埋在那里，嗯，那里都有一个牌去纪念我们历代的教区神父的，嗯，和执事，嗯，好，那现在呢我们立即呢就去到第几页啊，46页了，啊，那我们呢作一个结尾的，嗯，
Lex orandi, lex credendi, lex vivendi。所以作為一個禮儀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我們大家的服務不是簡簡歌啊，開罐頭啊，找教會有些什麼湯文就加些什麼湯文下去啊，好像整罐忌廉歸雞湯那樣斬兩塊什麼下去啊，倒些粟米下去是吧，加些料就算了，是切幾塊那些什麼啊，是吧，你有咩方法？唔系啊，唔系啊，午餐肉啊，见乜就抌乜，唔系咁噶，系个专业嚟噶。我哋由喺祈祷之中，喺资料嘅了解里边，喺呢个时代嘅征兆里边，喺呢个教会嘅兴节里边，帮助每一个人咧。有意識的，有意識的主動的全面的參與，跟聖人一起步向天國。好啦，咁其他的呢就是跟住落去的呢是當日的禮儀書。咁大家自己可以參考一下呢個導言係啊，咩啊，林瑞琪寫的，係嘛？那個集套經好靚噶，我哋讀一讀啊！呢、這個集套經喺第51頁。啊，你話唔同平常，係啊，當時乜都未有啊，我哋就乜都未有。我哋就參考教會嘅通用，然之後此時此地嘅一個適應啊。唔該。全能永生的天主，中華殉道諸聖，賴你的力量，捨生取義。以熱血灌溉了中華大地，求你幫助我們效法他們的方表，常能為福音勇敢作證，引領同胞在你的慈愛中生活。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咁各位大家自己去欣賞啦，尤其呢係睇睇嗰條嗰叫咩呀，一條 link 睇返當日嘅慶典，好蒙下，但係睇到嘅，但啲音係好清晰嘅，係呀，收音好正，今日 Bernie 都睇咗啲呀，睇咗啲都覺得係成班人有個好好嘅祈禱。你看完段片之後呢，當你再次走到去主教座堂後面的殿宇裡面呢，你真的可以明白他們那個 set up 是怎樣，真的可以和這些聖人一起祈禱，尤其是我們紀念這個尊華諸聖、即是你在那個禮拜去主教座堂一起祈禱呢，就更加符合這個禮儀的意義了。喂 Laura， 你死鬼了之後，你猜你列入哪裡了？我都想是多倫多諸聖還是中華諸聖？因为英国圣人人哋作，睇你边度死啊！我去到多伦多去参加弥撒，去圣曹桂英。而家我知道圣曹桂英系边个啦。啊！曹桂英去咗加拿大，系有人纪念佢咯。系啊，全球系全球噶，佢已经唔系边一个国家嘅圣人，系普世教会嘅圣人，都唔属于某一个修会嘅圣人，系属于天主教会圣义公教会嘅圣人。清楚啦，咁咧，页五十六页开始咧，其实就系放喺主教座堂咧，有本书噶，呢、本书咧就系介绍啦，呢、个咩话？呢、个小堂，呢、个小堂噶，希望仲有啊，咁样冇你问郑子明神父本堂神父罗啦，咁、你喺度参观，你睇啊，咁你睇嘅时候你会明啊，譬如咧。第五十八页，你就见到咧，当日啊，就未曾整得好好，因为即系需要啲时间去整理。当时咧喺礼成之后咧，放喺呢、这个苦难祭台前咧，系咁噶，连啲牌咧都系咁样。暂时先，到今日就唔同啦。好啦，咁、那个玻璃咧，边一位圣人啊？咁都
是張其海的，是張其海畫的，北京小仔的，那你看到呢都有介紹的，每一位聖人，趙榮師铎、徐德新主教、張大鵬、吳國盛、郭西德，還有什麼加納修女、王亞納。好了，那另外那邊呢就是利馬窦神父、徐光啟、雷永明揸住聖經嚇，嚇，仲有咩啊？阿孫達，田根新，亦都係，同埋福若瑟啊，係啦，還欠一位就係我同你啦，係希望啊，好啊，係啊，咁呢邊係用咗長青嘅生命嘅喎，係用咗咧，係呢一個嘅松誒咪松樹，松樹，松樹咧代表榮神。代表这个长青啊，长青啊 ，OK 啊。好啦，讲到呢度咧，咁我哋要翻嚟啦。呢、这个礼拜我圣堂咧、就会用中华诸圣堂祝福。进堂佢唔使讲啦，因为已经正式噶啦。咁集土经都唔需要讲啦，大家都明白。系啦，好靓噶，就系、是、你喺基督身上。向我哋揭示咗苦难嘅奥秘，化死亡嘅阴影为生命嘅曙光。殉道者嘅血就系教友嘅种子，呢个系天主嘅德能。而且嗰日咧喺呢个即系点讲啊，宣圣嘅感恩祭里边，嗰、那个集祷经度咧，系靠基督嘅能力，殉道者系靠基督嘅救赎，靠天主嘅力量。天主嘅力量。是啊，不是他自己嘣咁样，即系成为圣人。啊，唔系匹夫之勇。系，唔系匹夫之勇。好啦，咁第一篇读经我哋今日拣嘅咧。哈哈，默示录啊。默示录讲过好多次噶啦。系啊，系啊。现代默示录啊，而家。系啊，啱啊。所以都用好多奥秘。当时个皇帝叫咩名啊？七十一页，我都知佢多米田宫。系啦，系咪？罗马帝国嘅王啊。系，佢要人拜佢做神啊嘛。所以呢，如果你不拜他就怎樣迫害你嘛，哇，跟今天多相似啊，你說啦，還有啊，指鹿為馬，專門抹黑人民啊，將你，即是將分裂人民啊，好啊，是啊，那我們讀到的呢，其實就是什麼啊，第七十二頁的，是啊，有當時呢，簡單的結構的，是什麼？是啊，其實這整本書啊，是七个回合，七个回合，善恶天主和魔鬼七个回合，每一个回合打几啊七嘢，系啦，最终佢话俾你听，第七嘢就天主扬晒，系啦，大结局，大结局第七回合唔鬼使打，系啊，天主扬晒，高人嘅训练，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生命之水，当时啊，系讲紧当时呢个皇帝迫害教会嘅事，吓、即系时有时冇，时有时冇，时冇时有时有时冇。好了，天主有他的计划，他是历史的主宰。是啊，这些一切一切都是考验来的。这些考验为使基督徒呢能够成为天主的人。好了，所以当你了解一个背景。是啊。所以今天默示录呢在香港容易了解的。是不是我們了解的666啊，三年半啊，155日啊，用很多象徵的方法，你明我明，712日啊，大家就會心微笑了。是，好了，我們現在聽聽。我們今天所讀的就屬於第四個回合，那七個印。咁七十三頁咧都會話俾你知咧，由第六章開始咧，就第一個印咧係一個白馬。第二隻馬呢，第二個馬呢是紅色的，第六三隻馬呢，第三個馬是黑馬，第四隻馬呢是青色的。那我們第一看呢，第七十四頁的漫畫，我很喜歡的，是的，白馬是戰爭，紅馬是兄弟相殘，黑馬是饑荒，青馬是瘟疫。咦咦，你想說什麼？似有所指，大家明白了。好了，七十五頁呢，第六章呢，第九節嗰度講第五個人喺祭壇下面咧，
那些曾经为天主的话并为他们所持守的证言而被宰杀的灵魂大声喊。记住、哦、在祭坛下看到吗、啊、有两幅相的、一幅呢是我那边的一幅幅的中世纪的一个即是怎一幅画是那些叫什么我在啲書度噶，啲祈禱本插圖，咁咧就真係祭壇下啦。係啊，好多人喺度。係喺嗰度穿上白衣添。係啊。咁另一幅咧就真真實實今日香港主教座堂嘅苦難祭堂，2000年你所設計嘅係一個係啦。咁、你睇到佢哋喺度做咩啊？第十節係啊，大聲喊。喊咩啊？系啊，圣洁而真实嘅主啊，你唔行审判，唔向世上嘅居民为我哋嘅血申冤，到几时啊？佢哋会嗌嘅。系，佢嗌紧嘅，嗌紧。系啊。夜晚有时我经过都记得到佢哋嗌噶。系啊，跟住咧。原来系报告新闻咯、啊。跟住咧，第十一节话咧，跟住将每人俾件白衣佢哋，话俾佢哋知要等多阵。等多阵，等直至等到咧圆满嘅数目，圆满嘅数目系啦。跟住咧76页咯，会睇见羔羊开启第六个印嘅呢个时候咧，大地震，太阳变黑，月亮好似血咁，天上嘅星辰坠落啊等等咧，山岳同岛屿都移咗位啦，世上嘅君王领袖等等等等咧，都隐藏喺洞穴。跟住佢哋话天灾人祸啊！系啊，天灾人祸系啊！当上主发怒嘅大日子来临咧，边个能够站立得住咧？即系天主而家系啦，开工系啦，好咁啊，第七章啦，第七章咁啊，天主咁样系啦，点解144000？系啊，每一个支派12000，即系所有嘅人，所有因为十二乘十二系啊，全部十二 square 唔系十二乘十二喎。十二 square 咯，一万二千系啊，系嘛？系啊，一万二千，系嘛？即系全部咁解。系啊。好啦，咁于是就读到今日嘅读经啦。攻读默示录，我若望看见有一大火群众，没有人能够数清，他们是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榈枝，大声呼喊说：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并来自羔羊。于是所有站在宝座、长老和那四个活物周围的天使，在宝座前俯伏于地，朝拜天主，说：阿门！愿赞颂、光荣、智慧、清谢、尊威、权能和勇毅，全归于我们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世。阿门。长老之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他说：我主，你知道。于是他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洗净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因此他们得以站在天主的宝座前，且在他的殿内日夜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也必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再不饿，再也不渴，烈日和任何炎热再也不会损伤他们，因为那坐在宝座上中间的羔羊要牧放他们，要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天主也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咁一陣你介嗰張相啊。咁啊，首先咧要睇睇噶。佢話：哇！呢個世界好多人噶，好多人噶。由邊度嚟噶？四個。係啊，各邦各國支派、各民族、各言語。你可以話大地四方。係啊。所以佢用四噶。嗯。各邦各國支派、各民族、各言語，冚唪唥都嚟曬。站喺寶座羔羊面前，穿上白衣，然之後大聲手持棕櫚枝。勝利的呼聲是什麼？救恩來自就在寶座上，我們的天主來自羔羊。所以站在寶座上的長，站在寶座長老，長老和四個活物周圍的天使，天使啊，的天使在那裡叫啊，叫什麼？願讚頌光榮、智慧、稱謝、尊威、權能和勇毅全歸於我們的天主，至於無窮之世。阿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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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嗱，你睇先嚇。呢啲天呢個先係啊，穿白衣嘅人啊，一陣會解釋噶。係啊。後來點解要著白衫？一陣講。係啊。啊，而家呢啲著白衫嘅人點啊？讚美天主。係啊。係嘛？讚美天主，佢坐喺寶座上嘅，我哋嘅天主嚟自羔羊。即是说呢，天主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献出生命。那你会说呢，连旁边的天使都怎样？朝拜咯。那呢，你兄弟就是 attribution。是的， attribution， 天主的属性，特性。特性，是啊。相啊，我亦就是相。是什么？赞颂、光荣、智慧、清洁、尊威、权能和勇毅，几多个？七个。赞颂、光荣、智慧、清洁、尊威、权能、勇，七个。都是耶稣自己。归于我们的天主，至于无穷，真是实。那我们选了张相喎。这张相呢，珍贵啦。今日的 Westminster Cathedral， 西敏寺主教座堂，英国噶。系啊，佢嗰个 Triumphant Arch。系啊，咁啊咧，呢间圣堂系1895年。建啦，1903年落成啦，咁呢個就係同英國天主教會嘅歷史好有關係嘅喎。佢都係講殉道者嘅喎。係啊，即、就、係、是、經歷呢一個宗教改革時期嚇。係啊，所以如果你留心睇啦，真係耶穌基督坐在寶座上，四個活物圍住佢，係咪啊？圍住佢啊！有啲長老見唔見到啊？幾多個長老啊？1、2、3、4、6。62个门徒，系啊，我一个团本系24长老嘅，系啊，本来就跟住你冇睇蓝色嘅部分喎，每个嗰啲系人头嚟嘅，人头嚟嘅，数目不可计嘅，来自各邦各国支派各民族嘅，都喺度赞颂天主嘅，见到嘛？而且佢有个门嗰个眉啊，有啲拉丁文写住嘅，拉丁字啊，系啊，我哋相信你要再度来临。做我哋嘅判官，拯救你用寶血贖回來嘅子民。咦，一樣喎，啱完啦。係啊，呢句係讚主持嚟嘅，讚主持嗰句。爹爹又唔係，爹爹又唔係啊。讚主持嘅一部分，即係我哋喺復活期第三主日甲年讀經嘅時候咧，已經介紹過呢句。係啊，係。不過你再讀一次嗰句喺讚主持嘅時候嗰句係咩説話？我們相信你要再度來臨。作我们的判官，拯救你用宝血赎回来的子民。有机会啊，呢一段咧都参考过，系啊，默示录嘅意境啊，好对应噶，系啊。所以殉道者喺度喊冤，系啊，殉道者嘅冇人数嘅，系啊，喺度大声话，系啊，点讲啊？救恩嚟自那坐在宝座上，我们嘅天主并来自羔羊。然後他 attribute 是什麼？他相是什麼？讚頌光榮、智慧、清謝、尊威、權能和勇毅全歸於我們的天主。好了，那跟著79頁了，才解釋那三，你說是啊，這白衣的人呢，就是由大災難中而來的，他們是曾經在羔羊的血中洗淨自己的衣裳而變得雪白，即係基督救贖咗佢哋。係啊，基督嘅愛啊，喺羔羊嘅血入邊洗淨。基督嘅愛，羔羊嘅血洗淨佢哋嘅靈魂，使佢哋皎潔。
咁我哋都有啦。你都同時講緊佢哋喺大災難中經歷咗交出佢哋嘅鮮血喎，去做高陽作證喎，白衣係咁解喎。係啊，即係佢哋嘅見證嚟㗎。係啊，所以我哋都有穿上白衣嘅幾時啊？係啊，我哋揾白張相㗎。領洗啊！即係我哋領洗過曬。係啊，我哋已經穿上基督，穿上白衣㗎，保持佢純潔無瑕。罗神父提翻啲领洗者，第时将来都要见天主嗰时，都要穿埋呢件白衣添啊！嗰阵时系啊，都大声叫嘅喎，系啊，系啊，啊系乜嘢啊？光荣赞颂，光荣赞颂，光荣智慧天者，尊威权能和荣啊，全归于我哋嘅天主，至无穷之神。阿门啊！因为点解啊？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天主并来自羔羊，咁你见得到啦。我哋喺七十九页嗰幅插图就见到啦。系啊，好啦，到八十页咯，唔该。那坐在宝座上咧，亦都住要住喺佢哋中间啊，以致到佢哋唔再饿，唔再饥渴，烈日同任何嘅炎热唔会损伤。呢啲都过去啦。系啊，而喺宝座中间的羔羊咧，要亲自牧放他们，要带他们去到生命的水泉。呢度就已经讲啦，天主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啦。咁我哋今日咧，俾咗一张相咧，其实呢个系圣马尔谷，系大殿，系喺边度噶？呢个 P.S. 系咩字啊？威尼斯嘛？唔系威尼斯啊，系罗马。罗马嘅，即系嗰个大蛋糕，嗰个叫做 P.S.O. 嘅一只。咁嗰度咧有间古老嘅圣堂，叫做圣马可百圣。啊 ，OK， 百圣呢个圣马可。喺嗰度咧，因为点解 P.S.O. 嘅一只啊嘛，咁啊有 Mark 个咯。咁其实系罗马噶。咁嗰度你见到咧，羔羊啊，羔羊，耶稣基督系羔羊。头羊啊嘛，头羊带领佢哋到咩啊？生命嘅水泉。佢企喺嗰度咧，有四条活河流出嚟噶。如果你放大睇，四条活河流出嚟，咁啊灌溉整个草地，咁啊喺个草地度长出咗生命嘅花朵。天主拭去佢哋眼上嘅泪痕。系啊。嗱，今日我哋读咧好有意思啊。呢个系第六个印嚟。系。之后到第七个印咧，嗱，第八章嘅第一节话，当羔羊开启第七个印嘅时候咧，天上。静默咗约半小时，一阵间系啊，会静晒，好似冇人讲嘢，冇人出声。天主做嘢，你等，大家都喺度等，等天主嘅时间，等天主嘅时间。其实我哋今日读呢段读经好有意思喎、啊，香港人好有意思噶。系啊，我哋都跟随住中华诸圣嘅步伐。我哋都要等，系嘛？所以我圣徒一定开呢台弥撒。我呢个礼拜好似我冇弥撒做，我只系做星期六嘅弥撒。哦 ，OK。不正如我哋今日都讲过喎，喺中华大地入边能够开中华诸圣嘅弥撒，都唔简单噶。边度啫？咪得我哋可以开咯。你讲咩？台湾咧？台湾系台湾，当然啦，海外好多华人堂区可以开。开呢台弥撒嘅人有福噶。系啊。此时此地，我哋有如即系运嘅证人啦。系，我哋要放下一切嘅累赘，同埋缠绕人嘅罪过，双目注视咩啊？信德嘅创始者、完成者耶稣基督。好啦，咁我哋快啲进入搭唱泳啦，咪真，我已经十点啦。系，啊，我哋听有得听啊，嗬，阿 Ben 你嗰首歌。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祈祷靠你。保佑我，因为我。
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背着，有你为我守着。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祈祷靠你，因此我心高兴，我灵气在音符，也绝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苦恼。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祈祷靠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唯有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永远在你右边，也就是我的福。咁第八十五页咧，就简单睇晒成篇《圣咏十六》咧，十一节嘅咋，好简单啦。佢嘅第一节话咧，呢一首系达味金诗啊，所以有个讲法系达味写噶啦吓。咁样第二三节咧系对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吓，表示呢个对上主嘅呢一份投奔。我同天主讲，唯有你系我嘅上主，唯有你系我嘅幸福。四至六節咧係第二嘅部分啦嚇，咁樣當中咧我哋都會讀到第五節啊。上主，你係我嘅產業，係我嘅杯着，我要得嘅基業有你為我守着。你想象下，達味咧好似貴為君王，其實咧佢都以上主為佢嘅產業，表示佢絕對唔會向其他嘅神祇敬拜嚇。咁用喺殉道者嘅時候咧，你都會留意到佢嘅意思。七八九節咧係第三部分，表示全心依賴上主。第九節我哋話咧，因此我心高興，我靈喜歡，連我嘅肉軀也無憂安眠嚇。而第十同第十一節最後嗰兩節咧，佢話因為你絕對唔會將我遺棄喺陰府，你亦都唔會讓你嘅聖者見到苦惱。我哋正如殉道者嚇喺經歷死亡的時候咧，更加熱切咁樣去祈求，投靠天主啊！其實呢一節咧，你絕不會讓你嘅聖者見到苦惱咧。喺新約啊，中途大事錄咧，保錄中途都引用過噶。佢引用啊嚟講咧，正如耶穌基督，天主唔會讓佢嘅聖者見到苦惱。天主點樣復活咗耶穌基督咧？我哋作為基督的人，在基督内交出生命的人呢，亦都这样去寄望呢天主呢，让我们呢得到分享去永恒的生命。所以最后一节说，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唯有在你面前有圆满的喜悦，永远在你右边亦都是我的福乐。将这一篇圣咏，这一段搭唱咏呢，作为呢中华圣人的同中華聖者一起去讚頌天主的時候，我們都仰望我們跟隨基督
到底跟隨前人的步伐，我們都寄望在天鄉和諸聖一起讚美天主是我們圓滿的喜悅，永遠的福樂。我突然之間你一路講一路諗緊，哇！如果你話嗰日我哋主教座堂呢、這個苦難祭台，嗯，係啊，開嚟曬，係啊，係嘛？咁跟住咧讀咗嗰、那個默示錄之後咧，哇！你見到啲聖人喺度讚美天主喎、啊，餘韻嘅證人，係 啊, 啊，又見到咧宣道者嘅喺度喊冤喎、啊嗯，又見到成班著白衫嘅喊出嚟喎，啊嗰度啊！咁跟住就唱天主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是我的背脊，有你为我守着。跟住喂喂，圣人啊圣人，瞓翻瞓翻瞓翻喺度，瞓翻喺度，冇用冇用，明白？我心高兴，我灵喜欢，连我嘅肉躯也无忧安眠。咦，变翻成毒？系啊，系啊，因为你不会越为将个遗弃系阴苦，你绝不会见让你嘅圣者见到苦难。我又见到你起身啦，哇！系啊，然之后去翻边度？去翻贵州，去翻河北，去翻佢所爱嘅，去翻佢所爱嘅同胞，去翻佢哋嘅环境里边，宣道嘅环境里边点啊？好蒙啊！系啊，系 啊, 啊，为后人咧指示生命嘅道路。系啊，请你将生命嘅道路指示俾我，唯有在你面前有圆满嘅喜悦，永远在你嘅右边，亦都系我嘅福乐。哇！嗯，所以系 啊, 啊，如果你咁样读第二三篇读经，即系话咧，今日叫第二篇啦。系啊，保禄啊，经二第八章系啦、啊。罗马第八章罗马书系啊，记得啦，冇罗马书系知罪蒙恩得救啊吓。咁你读得噶啦，啊啊，边个啊？你读出读啦，一读咧就靓到飞起噶啦，仲要睇住个盒嚟读喎，系嘛？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九十五页，弟兄姊妹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困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在，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的、是崇高的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隔绝。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呢段好清楚嘅，冇人阻得住天主爱我，冇嘢阻得住我爱天主。系啊，系咪讲嘢啊？保罗连咗问到困难啦、困迫啦、迫害啦、饥饿、赤贫、危险、刀剑得唔得咧？得，冇嘢得。系啊，佢话靠我，靠着嗰位爱我哋嘅主。我哋喺一切事上一定会大获全胜。唔系因为我，系因为爱我嘅 主，爱我的主。好啦，跟住咧嗰度咧都值得提一提啊！我谂李生嘅解释介绍啦，佢咧列举点解保罗话系死亡系生活咧？原来死亡同生活咧系指希腊神话之中操控生死嘅神。咁而跟住天使掌權者同掌權者咧，係天使係普通嘅天使，掌權者咧就係高級一啲嘅總領天使，天使嘅名嚟噶嚇。仲有現存嘅同將來嘅事物咧，係指人用占星學問嚟到問未來嘅吉凶啊。過去現在就係天主噶啦。係啊，咁仲有權能嘅。崇高的或深远的势力呢，
就是崇高和深远呢，是指天地所有的空间，即是受造物的能力，亦都是可以是指各天体在黄道带上的位置变化，亦都即是人类呢对星相学的迷信。咁前面总共数咗九个嘅喎，跟住咧，保罗咧仲再包一个，保证包晒咧，就系话其他任何受造之物，咁即系话咧，耶稣嘅爱咧，一定系从永远到永远咧，都必定超越一切，大获全胜，一切咧都唔可以令到我哋同主基督嘅爱相隔绝。都保罗好鬼矛盾嘅，嗯，当然啦，冇嘢阻得住我爱天主，冇嘢阻得住天主爱我啦。你写第九章啊？第你第九章啊？你揾到系揾到啲好嘢？梗系啦，九章，嗯，一到三节，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嗯，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是不是矛盾啊？嗯，我为了他的同胞。你见到吗？一到就说没有东西可以痛使我和基督的爱相隔绝，一到就说我情愿我和基督的爱隔绝，为了我的同胞怎么样？得够。得救啊！可以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啊，是殉道的表现啊！下一次加埋落去啊，见唔见到啊？教你啊，爱天主先至爱国，因为你唔识得爱天主，你点识爱国家、爱人民？见到吗？因为我咁爱天主，我咁爱同胞，见到吗？我点样爱天主，点样爱同胞？你以为佢能够同基督嘅爱隔绝吗？得噶，在万有之中爱天主，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呢个唔系矛盾，系因为点啊？冇嘢隔绝得到啦，所以我可以爱我嘅同胞。明白吗？嗯，不是说话，是啊，实际的行动，是啊，全心的爱，见到吗？所以在这一刹那，嗯，我就算被诅咒与基督的爱隔绝，与基督隔绝，嗯，我也甘心情愿。明白，嗯，他的爱有没有停止过？没有，没有，就因为他爱天主，所以当然你都爱同胞。是啊，希望人人得救。不过我很喜欢他用爱同胞。嗯，是啊。不是爱政权，不是爱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个政党、某一个主义，因为这些都可以败坏的，哦，嗯，都可以败坏的。人间的一切，嗯，天主的不能败坏。所以以天主的爱去爱人，嗯，爱人呢，如同天主爱佢一样，而爱人如己，嗯，天主咁爱。爱人如己系咁解噶嘛？系天主嘅爱去爱佢。系啊，天主点爱我，我点爱佢。好啦，各位，今日读呢段读经应景，特别喺香港，我哋面对咁多挑战，嗯，系咪？系啊，中华诸圣嘅榜样都俾力量我哋。继续行好啊！咁而家咧就读福音咯，欢呼先啦，欢呼之声好。阿利路啊！阿利路啊！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喻；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利路啊！好。咁咧，你就知道咧，今日读嘅福音就系马窦福音嘅第五章吓。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来到他面前，
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裕。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讲晒噶啦，系啊，一百零天国嘅喜，增福天国大宪章，增福八端。我觉得呢呢句咧都唔使点样解噶啦，不如我就放过佢啦。请大家自己睇啊。不过咧，就真系竟然中华圣人嘅榜样咧，话俾我哋知，我哋真系实践到。这个真福八端那两句啊，饥渴慕义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得饱裕，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如果你将八福分四，这样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你就知第四个段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因为得饱裕，为义而受迫害的人。第八是相对的。相对的，四八。是有点配偶的。咁而为义而受迫害嘅人系有福嘅咧，亦都喺马窦福音咧有随后嗰两句说话咧去解释嘅，就系几时人为咗我而辱骂迫害你哋，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哋咧，你哋系有福嘅，可以讲系第九福吓。咁样咧，你哋欢喜踊跃啦，因为你哋喺天上嘅赏报系丰厚嘅。因为喺你哋之前嘅先知，人都曾经咁迫害过佢哋。咁就今日嚟讀就好明啦。即係咧，有時咧，講讀又好，自己默想又好，唔好將聖經抽離現實。係啊，唔喺度齋噏噏噏噏。係噏嚟咁多做乜咧？第二咧，有時聖經咧，你了解咗個背景之後咧，你需要一種代入噶，此時此刻。所以咧，喺舞蹈者嘅培育里边咧，都会讲知情意咁去读经。知系咩啊？知道咯。系理性嘅个脑，系理性嘅思考，即系话人哋事物啊，发生乜嘢啊，边句说话感动你啊？呢啲好啦，意义啊啲咁嘅嘢啦，正我讲噶。啊，譬如爱天主爱人啊咁。第二知就就有情。动心代入啊，代入嗰个环境里边，代入嗰个人嘅遭遇里边，代入咗嗰个处境里边，呢种代入使到你动心，系感同身受。意义系乜嘢啊？变成你自己，我嘅遭遇，我嘅坚持，我嘅意志，我同上主嘅爱情嘅。交往变成是我的，所以知情意是我的。所以呢，在这个祈祷里面，就是 Lexio Divina 嘛，第一就是你堕，第二是犯错，第三是祈祷，第四是什么？心心相印。我就用知情意，知理性。情是感情上一种身处其境的感同身受，跟住三是什么？二是我啦，而家呢个我嚟噶，而
希望大家系咁啦。所以献礼经啦。上主，我们今日纪念中华诸圣及真福，向你献上礼品，求你仁慈收纳。你的恩宠曾改变懦弱平凡的人，成为意志坚强的证人。求你也藉这献礼，使我们的信德日益坚固。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很明显这个献礼求信德。嗯。好，咁我哋睇埋落去啦。仲借词啊，因为庆日都香港都写咗一个吓，不过系参阅罗马尼撒经书嘅圣人通用啦。主圣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你拣选了中华殉道诸圣及真福，报母基督为义而受迫害。今日他们被尊为信友的格模范，为彰显你的救恩，并使我们藉着他们的代祷，追随他们的足迹，不畏艰苦，以坚定的信望爱三德弘扬福音圣道。为此，尊位的天主，我们随同天使和圣人，以及全体中华殉道诸圣和真福，一起歌颂你，朝拜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好啊！其实你睇睇呢，同隔篱嘅通用颂借词咧，相通嘅系有点异曲同工啦、啊。吓、啊，不过咧具体咗好多。系啊，写得倒肉啲咁解。今日我哋啊，我哋啊，我哋啊，我哋嘅圣人啊，系啊，阿布姆基督啊，为义受逼害啊，真福八端啊，嚟啦！佢哋被尊为。信道的模范，为彰显你的救恩，这个不是这个叫做什么默示录那句嘛，是不是救恩来自哪里啊？补助并来自羔羊。是啊，然后使我们藉着他们的代祷的喊冤，他们在天上为我们祈祷喊冤啊，我们可以追随他们的足迹，不畏艰苦，以坚定的信望为三德，弘扬福音圣道。在今时今日的见证就真的更加需要信望爱心，更加需要他们吓。嗱、啊，我哋欣赏乜嘢叫做本地化？系信仰礼仪本地化系咩意思？信仰本地化，信仰要植根喺我哋嘅。所以而家主耶稣嘅说话啱噶，你冇本地嘅圣人啊，唔好讲，唔系着件，唔好讲，乜中国式嘅祭衣啊？点啊？系啊，中国式嘅凳啊、台啊，硬生生嗰个设计根本就唔系咁嘅，硬生生大佬。嗯，喺古董店买个壶啊，系啊，喺博物馆攞个杯啊，咁系信仰生活化。当信仰生活化，你自然就有呢啲图文。嗯，你揀選了我們的聖人報告基督，他們為義而受迫害啊，今天為尊為信友的模範，好像默示錄一樣彰顯你的救恩，使我們跟隨基督，藉著他們的代禱，我們追隨他們的榜樣啊，不畏艱苦，而堅定的信望愛三德弘揚福音聖道。我們的領主榮，上主试炼了义人，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了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哇，好靓！智慧篇啊，犀利啊！好配合今日啲读经啊！系啊，试炼啊，真系。系啊，你领圣体嘅时候又嚟讲啦。系啊，系领圣体啊，系歌咏甜仙啦，一系。系啊，经历大灾难啫，我即系经历大灾难仲拗，仲拗我。蔡神父噶，如果佢主持嘅时候，歌咏团一齐唱歌做唱，唱到最后，佢哋轮住领圣体。嗯，如果为我哋堂区，我觉得应该咧，你继续唱啦，陪住我哋啊，你为我哋服务，等我哋领圣体。到我哋差唔多领完圣体，你唔好再唱，你出嚟领圣体，为咗你唔好再唱歌，
好使你都可以口合埋，心里赞颂。嗯，好好地，圣灵团你哋要祈祷，圣灵团灵完成体唔好再唱歌。嗱，我个静默嘅时间啦，我都第七个人一开点啊，静默啫，半小时啊，系啊，我有阵时真系成日好渴望有翻呢个静默安静，唔使勉强。今日咧有个歌咏团嘅团员同我倾，佢话我哋可唔可以唔唱《答唱明》，因为得两个人喺度都要仲唱《答唱明》，牵牛上树，我唔好唱唔好唱。你唔唱咧，我哋安乐，因为你唱到咁样咧，何必呢？大礼必简，大乐必易。你让教友自己好地默想祈祷。嗯，好啦，今日灵性睇后经。上主天主，我们饱享了天上神粮，求你藉这食粮的滋养，并以中华诸圣的榜样激励教会，以牺牲和服务精神弘扬圣道，在信德的道路上迈进，日后终能抵达先圣们已寓居的天乡。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我答句应该答祈祷得胜，祈祷为祸，是吗？因为这个很有末世性。是啊，今天我们得到这些滋养，嗯，在这个中华书圣的榜样之下，嗯，天主救我们啊，是啊，激励教会以基督同以牺牲和服务的精神弘扬圣道，让我们都在信德的路上迈进，最终呢要去到他们今天先圣们已经住在的天上，我们都要去那里。出唱祈祷得胜，祈祷为祸，嗯，是仰望天乡啊。咁到咗114页，哇，咁鬼多嘅。天主系所有圣者嘅光荣和喜乐，愿天主常常降福你们，并不断施恩坚强你们。阿妈，真系要噶。愿天主借中华诸圣嘅代祷拯救你哋免于凶恶，并使你哋因佢哋嘅榜样和教导，常常乐于为天主和近人服务，并向同胞宣扬福音。阿们。愿你们终有一日能联同所有圣人继承天国的产业，进入天上的圣城，永享平安。阿们。好靓啊，嗯，不过读到同胞这两个字有些人不敢读的。向同胞宣扬福音，这个真的觉得好，写得很好，啊，真的。但是我们所即是有人的心呢，不舒服的，他认同问题，嗯，去问问咯，问问包不包同胞的，包，那你就叫他咯，呵呵，心阔一点。好了，这么大，嗯，你很有心机的，你解释一下，155页之后，哇，好鬼多啊。各位，如果想简单啲、快脆啲咧，认识一下啲中华诸圣嘅一啲人物咧，我哋咧喺《平日弥撒》入边咧，其实咧，由1月到11月尾咧，我哋都有一啲个别嘅一啲中华圣人嘅纪念嘅。咁例如1月14号啦，真福和德里啦，咁呢度你见到有一段好简单佢嘅生平嘅介绍啊。咁样当然啦，有埋佢嘅集土经，不过你发觉个个集土经都差唔多嘅，一系都系由嗰啲通用嗰度发展出嚟吓。好啦，咁样咧就大家可以趁即系 download 呢个PDF 的时候呢，就去看下，去认识下他们。咁样我喜欢的第142页，我都未曾见过到仲贤个相。哎呀，好多谢阿欣同阿 Bernard 啊，好努力咁样。本来我得一张一个图都冇嘅，佢哋竟然揾呢个真系到仲贤嚟噶，画嘅其中一幅啦，812，系啊。嗱，佢生于瑞士，1931年入咗百尔纳德修会 （CLB） 吓，1936年来华，准备去西藏传福音，学中文同埋藏语。1938年喺粤北进铎，之后咧就喺藏族地区盐井、盐田啊，西藏有个盐田。
正啊！全福音系啦。咁工作咧非常艰苦，喺1949年8月11日喺旅途中被当地仇教嘅喇嘛枪杀，为福音牺牲性命。1993年被宣布为真福。喂，佢唔抵咯？唔抵系啦，应该你归埋入去啦，排埋队。唔紧要，喺天主眼中一样噶。系啊。真福到咁容易，真系佢个相嚟噶。系，我哋抄到都系好 consistent 啊。有机会噶喎，系喎。好 consistent 啊。好 consistent 呢样嘢。好啊，咁佢个收会而家我哋都唔知喺边度。系啦 ，CLB。唔知问佢攞翻张都好啊。好啊。系好近代。好近代，好近代。西藏传福音喎，即系都唔简单啊！当年嗰个地方啊，即系。今日西藏有神父喎，我记得有噶，听过。有，传得一定有。系啊。好啊，咁嗱，仲有喎、哦，我哋翻去咧，譬如话149页，我哋主教座堂嘅十字架啊，系祭台上高个十字架啊嘛，系啊，咁样咧背后咧，背面就系葡萄树噶，嗯，耶稣基督，除咗画咗12个门徒咧，系，我哋画咗2个中国圣人，就系阿赵永，同埋呢一个袁在德啊，两位师父。想表達出咧，即係中國教會嘅傳承，嗯，殉道者嘅血係新教友嘅種子。啊、好啦，今日就錄到呢一度啦。嗯，我哋咧會揾個機會咧，即係好快好快咁咧，就會上埋呢一個欣賞上年期第14主日教練讀經。我都諗緊使唔使啊？我仲諗緊㗎。呢度應承住先啦，俾、okay. 我講埋151頁啊，各位嗱，禮儀入門課程咧，我哋開始招生緊噶啦嚇，咁咧會係由9月20日開始，就喺星期三晚上7点至9点嚇，咁樣咧就首先9月到12月咧喺玫瑰堂，而2024年1月至6月咧就喺圣母圣依堂，咁大家睇下下低个 QR code 咧，你就可以入去吓网上报名啊！我哋第一次有用 Google Form 啊吓，咁样咧亦都可以用 WhatsApp 咧将有关嘅资料咧 WhatsApp 俾我哋吓，咁样咧就请大家推介俾特别是新教友啦，中意礼仪嘅朋友啦，咁样咧，我哋可以恢复呢个实体嘅礼仪培育啦。我觉得咧，大家真系积极啲，将我哋嘅道相俾啲新教友啦，俾大家去欣赏啦，因为真系唔容易噶。唔系净系唔容易，因为你要使人人咧都能够有意识噶、主动噶、全面嘅参与咧。是需要一点一滴这样经营的，那希望大家呢都珍惜这个道相，可以的话呢就讲给一些新教友啦，讲给其他朋友知道，好使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个这么好的可以说的内容、嗯、好了，我们应该完了，是不是好，我们去哪里念结束祈祷、啊、我们用回今日此时此地嘅集祷经，好啊，69页，好，我哋用一个够啦，就用此时此刻嘅。全能永生嘅天主，你对每个民族嘅计划总是神妙莫测，你在基督身上向我们揭示了苦难的奥秘，化死亡的阴影为生命的曙光。求你借历代中华殉道者所流的血，使福音广传于这片土地，并使中华同胞早日得享作你子女的自由。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天主降福大家，我们今天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这排真的很多的需要关顾的事务，希望大家为我们祈祷，我们请诸圣代祷，
请中华殉道主圣为我哋代祷。好，天主保佑，拜拜，拜拜。拜拜拜拜